宝宝奶粉配方是关键，金领冠突破性中国专利配方，超级三代 OPO 新鲜生牛乳，六维更易吸收。金领冠中国专利配方，亿万妈妈品质信赖。宝宝奶粉配方是关键，金领冠中国专利配方，亿万妈妈品质信赖。本栏目由辉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至真至爱，品质如山。
千年，大河滔滔长八千里，云和月我闻名。西送激情天前线，水煮苍穹，中国道路百年行，泱泱华夏我辈爱，新的此生激情唱。我爱你祖国，敬爱你母亲，我为你流泪，点点滴滴都温柔的铭记，平凡少年踏歌而行，像循环的飞鸟，一路狂奔手舞足蹈，轻扬着嘴角，不负一号每分每秒，让每颗自由的心放声欢笑。我不必青春正燃烧，哪怕这一路风雨飘摇，也挥舞着骄傲。我无比清醒，梦魇天高，却只能得到。日子会不起不愿你问进来。飘扬的旗帜，像狂野中策马着奔驰的骑士，一直想要不屈不挠的意志，像火红振翅，有排除万难的气势。他像旅程里的快车道，日照当空的暖色调，偶尔乱了套，啼叫哭泣，哭泣，但这又是苦尽甘来后满载爱和笑。直到浮生遥看，远行悲欢行，越过山海河川，披荆斩棘，如今我心怀感激。为青春而喝彩，身上的号角，奋力谱写使命的骄傲，拥抱朝夕，分秒灿烂的照耀。Thank you.
时代破坏着美好无限，家乡的真心是多年期盼，在春的节日里故作风范，一声声喝彩啊气冲霄汉，一朵朵烟花把誓言点燃，荡起回音在那万水千山，让美酒喝醉出发的春天，今夜向北方，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全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虎岁扬威新俊业，兔年献彩立新功，承载着国泰民安的期盼，汇聚着壮志满怀的激情。癸卯兔年即将跃至我们身边。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14-5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的首战之年。全省上下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大干3年，奋斗3年，以超常规举措打一场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初心如磐，豪情满怀的辽河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辽宁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贡献自己的力量。胸怀凌云志，共谱新华章，让我们凝心聚力，擘画复兴新蓝图，团结奋斗，创造历史新伟业。今晚，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我们的祖国百业兴旺，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家乡日新月异，鹏程万里。我们在这里给全国人民拜年了。蔡国庆、孟鹤堂、周九良，我们给大家拜年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辉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年年喝辉山，岁岁庆团圆，同时还可以上优酷
看2023辽视春晚直播，兔年接好运。我在这里祝愿大家新的一年里面事业是层层的，身体棒棒的，总的来说祝愿你们前兔似锦。好，我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那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哎，看这儿，这小药包啊，咕溜溜溜的。哎，我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啊，去四面八方都能够突飞猛进。哎，好。我在这里祝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年里，敢拼敢闯，噼里扑噜的，奋斗的路上是五个高峰的。在这儿祝大家大展宏图。好。最后，我祝大家吃的五宝六撑，乐得无悬悬。Welcome to 辽宁，大家兔年大吉。好，兔年大吉，咱阖家欢乐。全家人围在一起吃着年夜饭，看着咱辽视春晚。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咱小家和美了，那邻里也得和睦啊。对呀、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哎，这想到了这个暖男郭冬临了。我告诉你，他在他们的社区啊，哎，助人为乐都出了名了。不可能是吗？不可能，他来了吗？他在哪儿呢？他看呢，往哪儿看呢？看呢，怎么了？在这儿呢。哟，来了。辽宁的父老乡亲、街坊邻居们，郭子给您拜年了。哎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小区业委会的。哎呀，去年这一年的工作啊，大家对我们特别支持，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感谢，我买了点糖果。祝大家生活甜如蜜，哎呀，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大家的支持。还是那句话，有事儿您说话，喊吧，有事儿我就到啊。我跟你说呀，我对喊声老敏感了。别喊了，那么敏感呢？别生气了，行不？赶快回来吧，我错了，宝宝，我真错了。啊？你错了？你错哪儿了？不是，我没跟你犟嘴，我求求你了，你快回来行不行？我，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就吃泡面，让你心疼。好，我现在就吃给你看。没啥电。宝宝快心疼我，我被电了。宝宝，我刚，喂。怎么还挂了？行，就算你现在回来，我都不原谅你。就算是你拿电线把自己手捆上，不听请罪，我都不原谅你。宝宝，我错。你谁呀？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换人呢？有没有换人？我以为我后头有坏人呢。我呀，我是好人。好人有踹人家防盗门的吗？废话，我要是敲门来得及吗？来不及，就你说话这么大声，就算真有坏人，早就听见跑了。你要是受到威胁，你就冲我眨眼睛。我受啥？眨眼睛。眨。眨。他哭
了呢。你不眨眼睛你也哭。哎，那你咋回事？你嗷嗷一嗓子什么意思啊？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寻思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一插电嘎给我电着了，我就喊了一声爸你就冲进来了。没有坏人那我得陪她防盗门。有没有坏人？你别问了大哥，你就是不想陪我防盗门呗。对不起啊。哎呀，哎哦，刚才说了半天是漏电呢。啊，那我让物业待会儿给你修一下子不就完了吗？不是，你这夸一下外门进来了，你到底是谁呀？我你都不认识？我咱们业主委员会的郭子。哦，你们家搬家的时候我还帮你抬过行李，想起来没有？啊，没想起来那样。想起来了，就算是吧。你看这个也到饭点了，是不是？您就干啥呀？你们这些业主就是这样，我们没干什么完了就请人吃饭，这何必呢？我啥时候说要请你吃？我告诉你我不在这儿吃。不是，我就是客气客气。你客气啥呀？啊，好，在你家吃。也不用麻烦，你看这不有方便面吗？我对付一口就完。这方便面没煮熟，没插电。那就做饭吃。哎呀，炒俩菜行。我不喝酒啊，我要喝酒我媳妇看见了非整死我不行。妈呀，太不凑巧了，在我们家吃饭必须得喝酒，无酒不成席。那我就吃不了饭了。嗯哼。哎，我帮你想个主意。帮我想。在家我也爱喝口小酒，所以说呢我一喝酒媳妇就跟我干仗，我呢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把酒倒在料酒瓶子里，我喝料酒。你家有料酒没？妈，说到料酒我还真藏了几瓶，我看看。看啊，这瓶是清香型的料酒。哎呀，这瓶是酱香型的料酒。我看看酱香型的。搁这儿喝酒呢？这是料酒。不是来抓坏人的吗？是啊，我是来抓坏人的。我到他家一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坏人没了。你问他是吗？是吗？是，就是坏人现在就妈没了。没了是吧？嗯，没事了是吧？没事了。没事呗，回家。对，我正要回家，他要留我吃饭，让我喝料酒。你问他是吗？是吗？嗯，好像刚才有这么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省略了，回家吃饭去。好。哎呀，躲过这一劫了，走了，麻烦你了啊。哎，不麻烦。我跟你说，哎，有时间请你和嫂子一起吃饭。啥时候？哪天呢？有时间。哪天？明天。明天我有事儿。这后天。后天我有事儿。你看。大后天。大后天我俩都有事儿。对。太遗憾了，吃不上。今天你有事儿没有？我没事儿。我也没事儿，那就今天吧。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看我嫂子拿着锅铲进来的，是不是饭在家都做好了？刚做完饭放冰箱呗，哪天有事哪天吃。我家还有冰柜呢。就是非得那个咱做吧，炒三个菜就完了，快去。上。你电话。亲亲宝贝么么哒来电。喂。宝宝，你亲着我了。总往我嘴边送。宝宝，我错了啊，我真错了。什么？你错了？你哪儿错了？不是，我没跟你顶嘴。
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风云变幻呢，翻脸比翻书还快。可不吗？好。哎呀，人家也想你了啦。啊，你到我家门口，快回来。嗯，就我自己个儿在家呢，没有别人。嗯，我等你。哇，哎呀。哦，对了，大哥嫂子，我长话短说啊，就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然后我就说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我一下电撒给我电着了，大哥啪撞门就进来了，完了你啪铲子就进来了，完了最后那现在是我跟我女朋友和好了，所以你们没事了，回家。哎，等等，哎，你大意了。怎么的呢？他啥意思？他是想让咱们留下来，他女朋友来了后咱们劝一劝。哦，对不对？为啥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女朋友回来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对呀，我跟你说待会儿我俩藏起来，然后他女朋友来了以后你对付不了你叫我俩。好，走。我一叫我得出来啊。我藏什么藏？这是我家啊！对，说反了。哦，我俩藏起来，待会儿你女朋友来了对付不了，叫我俩，我俩就出来。好。你躲起来是？一会儿来了。你没事儿吧？没事。没事，你怎么不开门呢？有些慵懒。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对呢？什么？等会儿。这屋里有外人？没有。绝对有。绝对没有。绝对有。那你说这屋里有几个人？加我一共四个人。给我出来。女的？你在家里藏女的是吧？楠楠，别解释，还有一个女的，赶紧给我出来！我发誓，就这一个女的，绝对还有一个女的。没有，在哪儿呢？啊，出来！他俩这个屋子是通着的。怎么是个男的呢？我一直是男的。难道我今天嗅觉失灵了？王小妮，啊，滚！啊，没事吧？这俩人谁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们邻居郭哥，这是嫂子，这是我女朋友楠楠。楠楠，女朋友。哎呀，哎呀，楠楠呀，哎呀，快坐快坐。好看，好看，哎呀，不孬，哎呀，郎才女貌，说正词儿，哦，正词儿，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来来来来来，上这边，哎哥，楠楠啊，刚才小王把你俩的关系都向我们交代了，是吗？男女朋友，但是呢，你俩因为小事儿。饥饿起来了，吵起来了，那也不能提分手啊。就是，分手能说吗？过分是吧？有些话他说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哎，说不回来了。那怎么划了？是不是？你说你的心要是伤了怎么办？多难受，是不是？老公，赔礼道歉。啊，我明白了，我一定改。完事儿，成功了。小女孩一吓唬就行了。滚！哎。我跟你说，我明白了，你这是心受伤了，你找俩帮手帮你训过来了是不？没有啊。啊，我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我走行了吧？不是，楠楠，你误会了，楠楠，楠，好好的，楠楠，你给我站住！硬气，可以。怎么跟媳妇说话的？我没说话。没说你。你过来，楠楠，怎么又说走就走呢？啊？我跟你说，你刚才没看见呢，你一说走他吓得马上就要给你跪下了，他
太难得了，这种男人。我，你大哥，我在家都是你嫂子给我跪下啊。是吗？大哥，你找盆儿呢？有用了，咱回家说去啊，你等着的。小王啊，你看嫂子也说你了啊，你不对，人家女孩这么好看跟了你，你不珍惜是不是？你俩到底因为啥呀？说太难了，你问他。哎呀妈，水火不相容啊。什么玩意儿？就我们俩这事儿跟任何一个人说，人家都觉得我俩不可能在一起。啥事儿啊？说嘛。当然得说呀。对呀。咋了？我俩就是我爱吃馒头，他爱吃米饭。没了啊，回家。哎呀，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大哥，你过来，嫂子，你俩听我解释。今年这不是过年了吗？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去他家过年。你说去了那儿，我那吃不惯米饭，你说我咋整？按第三套方案整一下子。那我先说呗。好，楠楠呢？不过了。干啥呀？就是想去我妈家过年吃点啊。啊？吃顿饭有那么难吗？啊？你家吃饭。到我家了，嫂，我妈孩子的奶奶呢？从结婚的时候，奶奶都没见过孩子，奶奶嫂子，如果没有这些的奶，奶奶怎么欢喜啊？奶奶，奶奶，奶奶，大哥嫂子不是劝我俩呢吗？对呀，你俩咋吵起来了呢？妈，就这是上谁家过年这事儿多简单呢？今年上你家，明年上你家，今年吃馒头，明年吃米饭，真的吗？啊。嗯，啥意思啊？我们都想通了，和好了，和好了，你们吵啥呀？抱一下子我看看，成功，成功了。媳妇儿啊，你这表演水平提高了。等会儿，你俩这什么意思呀？我们全小区专业劝架的。你们这点事儿，我们用三成功力就搞定。三成，走回家。大哥，嫂子，留下一起吃饭吧。可以啊。可以啥呀？可以，上我家去，嫂子饭都做好了。行。啊、大哥，今天这个事儿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这感谢啥呀？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毕竟谁都会有难处。是。生活就是油盐酱醋。这是我的银行账户。哎呀。这小子能处。我们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一年更比一年富。谢谢谢谢郭冬临、王宁、黄洋还有陈佳楠的精彩表演，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蔡国庆老师是咱辽宁卫视辽宁春晚的老朋友了。对，那我想问问您，您了解辽宁吗？那是相当了解呢。嗯，我告诉你，在我心里哈，这走遍辽沈大地哈，到处都是风光无限，哎呦，让我爱得不得了。你仔细给我们说说。你看看，从这个海洋，河流，湿地，山川，森林，草原，冰雪，各种生态场景一应俱全。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牙掉了？不是，这不是说的是我吗？说是你。对呀，这个天生丽质啊。啊，这样说吧，没毛病啊。走遍辽沈大地，你走到哪儿哪儿都有那个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过年好，相声演员王振华给您拜年喽。每年一到今天，这就来个人，这个人呐，脑袋像节儿蛹，脸像发面饼，眉毛像个囧，笑声很惊悚，只要往这儿一站，酷似长脖老等。要问此人是谁，他的名字就叫冯巩。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
想你们了。哎呀，今天来的朋友啊，都有鲜明的辽宁符号。这位大哥啊，就像水中的核桃，个儿大不油腻。这个小朋友哈哈，小朋友就像旅顺的樱桃，鲜艳又美丽。哎，这个小哥哥就像台安的大鹅，威武又神气。那我呢？你这个脑袋就像小凉山的西瓜，锃光瓦亮，还挺绿。好，朱哥啊，你这是把家当都挑来了，真想在您这第二故乡定居啊？怎么说话呢？谁第二故乡？从现在开始，辽宁就是我的第一故乡。东哥，你这挑的都是什么呀？满满的家乡情怀啊。嗯，40年前我在调兵山当兵，支援三农，我用它挑过土，挑过煤，挑过钢钎和大锤。还给翠花他爸挑过肥。不，翠花他爸是谁啊？昨天晚上你还给翠花发微信。我发什么了？亲，风里雨里，我高低在财塔夜市等你。你是背着我用我的手机发的，跟我有关系吗？我这不是为了成全你们俩吗？你们俩现在还都单着呢。他单不单着跟我有关系吗？我是为乡村振兴来的，我能考虑自己的问题吗？你看来都来了，你就见一面呗。见什么见？这孤男寡女，张嘴就见面，见一面。其实，尊敬不如从命，也不差见这一回，是吧？翠花，上。停！这是谁啊？翠花。我怎么看着像刺花呀？哎呀妈呀！你就是巩哥吧？哎呀妈呀！你就是刺猬翠花吧？40年了，你依然英姿勃发。你依然美貌如花。你依然骑了马，你依然呜呜喳喳，哎呦，这破马张飞的。想当年啊，我妈头回见你就跟我说，这小子指定有发展，因为腿长下巴短。我奶奶也跟我说，我这孙子要想法就得娶个大瓷花。后来我们家一蒸包子，我妈就让我给你送，一蒸包子就让给你送。是，结果你可好，一复原连声招呼都不打，转头就回老家了，弄得我妈到现在还念叨你呢。她念叨什么呀？老冯家那小子那真不是个玩意儿啊。你瞅他那损出，本了瓦块吭哧别嘟，离了歪鞋水当尿裤的，真是肉包子打冯巩，一去不回呀。那叫肉包子打狗，有区别吗？有区别，大了，我回来了，狗丢了。哎，不是，那你回来干嘛来了？振兴辽北，宣传家乡啊。嗯，咱辽北有三宗宝，知道吗？哪三宗啊？清河鱼、鹿茸角、水漏榛子，管你宝。好，哎呀，你这干不拉瞎的这么一说，这能宣传出去吗？那我怎么宣传啊？你得唱啊。辽北呀辽北呀，我的故乡，清河鱼在那鲜亮，
西风的鹿茸吃了身体棒，水楼镇子越嚼越香。你看你看啊，当这个美女在这儿比比划划字儿的娃娃扯个破驴嗓子在这嚎，你这沈阳管这叫什么吗？叫啥呀？欠儿等。谁欠儿等、啊、你要真喜欢辽北，你在这买房了吗？你买了？首付都交了，别钱着了吧。就在他家隔壁。真的？是啊，我搬家了。搬哪儿去了？辽南，我妈说她就稀罕辽南。对呀、啊，辽南好啊，辽南也有三宗宝。哪三宗？樱桃、苹果，味道好，海鲜多得不得了。我问沙滩上一站，就是辽南的形象大使酱焖大头宝。我跟您说，头宝啊，哎，您这还不能干说，你还得唱。我还唱。啊、水灵灵的大樱桃，贼拉拉的圆，活蹦乱跳的虾爬子，贼拉拉的欢，苹果贼拉拉的甜呐、啊，虾酱贼拉拉的咸，大海里子清水一煮不用方言，贼拉拉的贼拉拉解馋。你这是什么歌呀、啊？贼拉拉之歌。我看你贼拉拉闹挺，这一惊一乍雾喳喳的。你知道沈阳观这叫什么吗？叫啥呀？愣冲大尾巴影。你要真喜欢，你买房了吗？你买了，首付都交了，就在他家隔壁。辽南你也买房了？必须必呀、啊。我搬家了。搬哪儿去了？辽西，我妈说她就稀罕辽西。所以我也喜欢呐、啊，咱辽西也有三宗宝吧？哪三宗啊？河蟹、鳝鸡和烧烤啊！说的还是没有唱的好啊！那唱啥呀？小时候，妈妈对我讲，辽西就是我故乡，红海滩我出生。到天地里我成长、啊、和这个螃蟹啊还是美声唱法、啊、螃蟹呀螃蟹，您吃到嘴里刚刚香，先吃肉您好吃黄，剩下个蟹壳熬个汤。你以为你唱什么就是什么呀、啊、这形象吧，真是的，张牙舞爪，肥不拉几，满嘴冒泡吧，底盘很低，这人啊往锅里一煮就老实。你知道沈阳管的叫什么吗？叫什么呀？嘚瑟地。你要真喜欢，你在这买房了吗？你买了？首付都交了，就在他家隔壁。姚西你也买房了？必须的。我又搬家了。又搬哪去了？辽东，我妈说她就稀罕辽东。咱妈可有点没准儿啊。对，辽东好，辽东也有三宗宝：蚬子黄、林蛙香，一年四季喝羊汤。好，好，这词儿您还得唱。春天里那个河羊汤唱，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夏天里那个河羊汤，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秋天里河羊汤，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冬天里那个河羊汤，浪里个浪里个浪，嘿，好嘞。你这叫什么歌啊？我这叫一年四季浪里个浪之河羊汤。就冲着羊汤啊，我就买房交首付。不是，他家隔壁。你这东南西北您都买房了？我把四角都得兜住，我看我岳母往哪儿跑。
翠花啊，哎，把咱妈接来。那我回去商量商量 啊。对，哎，把这个挑着，啊，年货，哎，给乡亲们分点啊。那行，谢谢你啊。哎，那我先走了，老公。哎哎，对，别。这有开玩笑的吗？老公能随便答应吗？他是叫我呢。他是你老公啊？你不说他单着的吗？你回头看看这造型，这不单着呢吗？这么单着的？哎呦喂，我怎么就不听我奶奶的话呢？老人家说什么了？我奶奶说，小巩，无论你在哪嘎买房，都得防着隔壁老王啊。行了，兔年快到了，咱该给大家拜年了。对，我们祝辽北幸福生活比蜜甜。那我祝咱们辽南人丁兴旺，共团圆。我祝咱们辽东成绩辉煌，奏凯旋。我祝咱辽西说辽西话。我祝辽西福寿双传，传都传。鸟的天堂，一条彩带造福一路鱼米之乡，隔壁别绿洲挂钩满山岗，辽河入海一里长卷挥千里风光，国家就在岸上住啊，看惯了渡口韵味的船，听惯了老少公唱小芳。哎，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方啊小方，还是叫小方。嘿，大学生村官领头羊，乡村振兴铺开幸福路，金山银山绘出新画廊，大红的灯笼挂在家乡，邻里和睦家风传扬，每逢佳节喜气洋洋，小鸡炖蘑菇，酸菜炖血肠，老妈拿手菜，老爸煮一缸，来你随我干了。青年大街上，高楼林立，地铁繁忙，故宫中街老字号，那是咱家乡啊！哎哎嘿呦，嘿呦，和风海韵一路走来，一路走来浩浩荡荡。这里海洋蔚蓝，河流通畅，红海滩湿地，丹顶鹤朝阳，森林覆盖，草原茫茫。总是想起小时候下雪的老家，打冰嘎，堆雪人。滑冰车那叫一个爽，大雪飘飘，白雪皑皑，冰花里红灯召唤在故乡，红福子多么温暖吉祥，雪白雪红父辈的荣光，就在这个老地方，放眼遍地都是红色土壤，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这里是解放战争转折地，这里是新中国国歌素材地，这里是抗美援朝出征地，这里是工农文工业奠基地，这里是雷锋精神发祥地，学习雷锋好榜样，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
精神一代代，争取传扬共和国工业长子起飞时代，步履铿锵，创新路上攻坚克难，不愧大口工匠，装备制造实实在在，朝气大梁，数字辽宁，展示前景就在前方，制造强省，马力全开就是不一样，机器人动手机，世界响当当，辽宁舰队战鹰飞哼，驶向强国梦想，我骄傲，我自豪，我喝彩咱家乡，家乡我的家在东北，我的家在东北，我的家在东北，辽河两岸呐，这里与我的梦想一起飞翔，在那万顷波涛上，破化雷霆万里江，父老乡亲一起歌唱，幸福奔前方啊，走两步啊，一身梗肉。宋小峰来了。哎呀，哎呀，上个洗手间，这家让你喊的，喊个昏天暗地呀，他家。你要是再不出来啊，我都打算报警了。我以为你让洗手间绑架了呢。洗手间是我们男人充电的地方。还充电？你信不信我让你断电？我信。一天天磨磨唧唧。等会儿啊，咱俩。你坐那儿干啥呀？不知道还以为咱俩玩跷跷板呢。过来。哎呀，这不是保险公司吗？又来这儿干啥呀？又要买什么保险呢？7年前呢，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跟你买恋爱保险，不记得了。7年前，我求你，哭着求你呢。我，哎呀，我求你。那当初的誓言都忘了？还有誓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啊，亲爱的萌萌。轻轻一吻，告诉你我相识是缘分；热烈一吻，哎呀，告诉你我对你一见倾心。哎呦，久久一吻，哪怕宇宙毁灭，我俩不离分。哎呀，哎呀，哎呦，说说吧，什么感受？我发现我7年前这也是个小渣男呢，我呀。7年前嘛，人说了，只要咱俩能保证恩爱7年，就能领到现金10000块钱。今天正好第7年。对呀，媳妇儿，我记得这个事儿啊。嗯。这么说，咱俩见回头钱了，这不是吗？嗯。媳妇儿，那我求你个小事儿呗。咋的？那10000块钱领了以后，能不能给我换个电话？那不前两天刚换的吗？这电话，数字电话，你。这玩意儿上不了网啊，他呀！你上网要跟谁聊天啊？你不就跟我聊吗？有事打电话得了。不是，我想玩那个微乐游戏，免房卡的，可好玩了。你等先拿着钱再说吧。谢媳妇儿。有人吗？尊敬的顾客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冠小管。买一份恋爱保险，让你的爱情保鲜，爱他就把它规划到你的未来里。如果你坚信爱情，大江这会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哎呀，说得太好了。哎，我就是来领礼物的。哦，你记得我俩不？我跟我男朋友7年前在你这儿买的恋爱保险。哦，哎，今天来领钱了。没问题啊，只要能够证明你们足够恩爱。明白，你放心，我俩在一起7年绝对恩爱。恩爱，恩爱。小峰啊，哎，反馈好。看到了吧，手都握上了，我俩处得像哥们似的，非常恩爱。啊，怎么样，能不能再恩爱一点？哎，别过分啊，握手已经是底线了。不是，大哥，你们这恩爱的程度不能足以兑换我们的这个恋爱保金啊。那怎么不能兑换呢？
那不够恩爱呀、啊。这我俩一起七年，不恩爱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吗？是，我知道。我说你这就是骗人的。是当年忽忽悠悠的。没有，我这我虽然说今天没喝一瓶啤酒，但能不能我说句话？说。这样。嗯。10000块钱不要可以。嗯。能不能给我个电话？啊、嗯。电话，电话。还合计电话呢？是，我就你有那脑子想想咱俩怎么恩爱吧。不是，咱说心里话，你们这都是正规的保险公司，做人得讲诚信。我知道，咱们说心里话，咱们哎，这么巧啊！你哥，这个起来吧你呀，这么大体格子你。宝宝，我们到了。这就是你说的最浪漫的地方。是啊，你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不是那个，你确定吗？不重要。宝宝，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好，哎，等一下。哎，姐妹，你能帮我录个视频吗？我想见证一下我最幸福的时刻。我来。哦，行。真好啊，太好了，好，嗯，好，兄弟的电话搁哪买的？最好啊，宝宝，哎，媳妇儿，到时候你就给我买这个电话，你好好给人录，真灵这电话，快点的吧，真灵这电话，一汪水似的，我有点紧张，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我，嗯。喜欢吗？特意给你买的老婆饼。啊，喜欢，谢谢啊。哎呀，不用录了，大哥，谢谢啊。啊。宝宝，那你知道为什么叫老婆饼吗？为什么呀？因为始于月老，终于孟婆。哦，太好了，太好了！看看人家，这叫恩爱。这算啥恩爱呀？不亏我提前有准备，媳妇儿来。干啥呀？媳妇儿，你站好了。老公送给你一个烤地瓜，吃完以后你就是个大傻瓜。走，媳妇儿，他们这个都是老公玩剩下的。你知道世界上有老婆饼，为什么没有老公饼吗？为啥呢？因为老公在这里。哎呦，我天！这也太油腻了，好玩吗？姐妹，好玩。他是救过你的命吗？也不能这么说，我俩在一起都七年了，你看看咱长得，你看看咱这个头，好歹是个男的。来，我们欢迎二位。哎呀，二位真是月老的满分作品呀。这来我们这儿人要都像你们俩这样，那我们可就赔死了。哎哎哎，我俩也不差啊。希望你拿我俩当人啊。哎哎，来，咱坐下聊，坐下聊。来，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个恋爱保险。好啊。你坐这儿干啥呢？这儿凉快。你继续。行，来，你们看一下啊，只要你们二位有信心能够相亲相爱共度七年，就可以凭借结婚证在本公司领取10000朵爱情玫瑰或者是10000块现金。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结婚的话，只要能够证明二人足够相爱也是可以领取的。哎，宝宝，那你说咱们到时候是领取10000朵玫瑰还是领取钱呢？当然要选10000朵玫瑰了。为什么呀？因为每天送你一朵的话，可以送你27年零3个月。哦，宝宝，哎，过来。哦，乞丐，粘的呼哧哇的，你这，我问你，10000块钱跟10000朵玫瑰，你选啥？我选10000块钱。为啥呀？10000块钱能给你买多少个大肘子吃啊？剩下钱还能够买几个电话？还电话？兄弟，你能借一步说话吗？那个哥，
你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我一分钟都离不开他。你这话说的，你说像我俩离得开似的。哎哎，不好不好，丫挺啊。兄弟，听哥们一句劝啊，这个地方不给钱，骗人。谁骗人了？只要你能够通过测试，这钱马上就给你。什么测试啊？恋爱亲密关系测试。亲密关系就是证明你们是天生一对儿。哎，那我们也得测呀。宝宝，我对咱们的感情有信心。嗯，对咱俩的感情有信心呗。夫妻同心，400多斤。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啊！当然了，咱们测试之前，两个小队各取一个名字。那我们先来。哎，好。宝宝，你看啊，我叫天福。嗯。你叫小婉。对。那我们就叫天福小婉一定行组合。好啊，好啊，好啊！哎，好啊！不是，好。太好了，跟你名字太贴切了。好，真好啊。哪贴切呀？啊、哪儿贴切了？你看看我给你剖析一下啊！别说话，别说话了，行不？你想想咱俩叫啥？你叫啥名？啊，对对对对对，叫对叫蒋诗萌啊。我呢，宋晓峰，宋晓峰，蒋诗萌，蒋诗萌那个宋晓峰。哎，我们的名字叫风狮组合，啊，怎么样？好不好？绝了，风狮组合。风狮，那道儿都走不了了，可不绝了吗？我想一个，风狮不行。我问你，我刚才光光打你，疼不疼？疼。痛不痛？痛。你叫什么名？宋晓峰吗？痛风组合。好，绝对的痛风组合，这名绝对能赢。来，那接下来咱们首先测试的是亲密程度测试，甜蜜瞬间4连拍。好，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伴一生。哎呀，咋呀？这干啥呢？这怎么了？这是？啊，你干啥呢？啊？干啥呢？这是啊？无言的一生啊。行，那这一局咱们就算一定行组合，加一。耶、yeah. yeah. ！来，咱们坐下聊。你也什么玩意儿你？接下来呀，咱们是提问环节。咱们女士啊，一般都是包治百病。那么请问，男士喜欢什么包？我来。男士不喜欢包。我喜欢，你也不给买呀。你们先来。啊、好，来，宝宝宝宝，我要送你包。好。我要送给你双肩包。哎呀。哎呀。单肩包。腰包，哎呀，还有我这个小宝宝，对，哎呀，真好，真好，你俩是不是练过杂技呀？啊，不是，可真好，我腰真软，我啪啪来回飞呀，啪啪。起来，啊，我要送你包，快，媳妇儿不要包行不行啊？老公，我想送你一个单肩包。哎呀，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不行，咱就放弃。不能放弃，我还有招。就整咱俩平时玩那个啊。啊，行。预备，走。傻不傻？傻。豆沙包。我操！这豆沙包，这个好。还有呢。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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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沙包，厉害呀！还有吗？有，宋晓峰，我问你，我刚才打你，你疼不疼？不疼。我打的好不好？那好。你委不委屈？不委屈。给我跪下！这又是受气包。好，这个受气包，这个好。最后一个啊，老公，那我是你的。这是我身上长的包。哎呀，这分咱得着呗，咱绝对得着了，扳回来一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默契测试。默契啊，你这我俩在一起7年多，他俩在一起没几天，论默契，你别说我们欺负他们。话别说太早啊，默契测试，
最简单的，闭眼击掌。哎呀，我有点紧张。没关系，宝宝，有我呢。好，一二三，咦，又来了。你老抱啥玩意儿？你成天抱，你抱多少回了？你俩可不咋的，后面这拥抱有必要吗？习惯了。你这是老抱啥玩意儿？你们来，宋小峰。哎，这儿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啊？有。站好了，闭眼。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哎呀，好，这，哎呀，好，你这干啥呀？跑这挨打来了？媳妇儿，你挠的真好啊！你不光是挠，挠完还你还抠我一下子。哎呀，老妹儿，你看不看着？啊，我们夫妻默契吧？这是我是让他打哪儿，我就让他打着。哦，如果我不想让他打着，你嫂子一下也打不着。哎呀，这家伙给你吹的，看招，嘿，嘿，嘿，打，怎么样？厉害，嘿，嘿，嘿，这家伙还真没打着哈，嘿，打，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也是一种另类的默契。你就不知道让着我，你让我打一下能咋的？就不让你打着怎么的？哎，你别别别别！你这人挺厉害呀，守着这母老虎，你不会的功夫整不了他。姑娘，发现这姑娘，但整的挺明白呀，你啥招教教我？那个，你说点他爱听的话，打动他。他平时最爱听什么话？哎，跟你说啊，他最爱听我和前女友的故事。刨根问底的，我都每次讲的，我都讲的特别有劲儿。哥呀，那你能活到现在，纯属体格子好啊！我真是不知道教你啥。还有没有啥招儿？教教我兄弟你。这样，这个书送给你，回去之后好好看看。啊，还有秘籍呢？必须的。啊，男生恋爱必备秘籍。哎、现在你甜言蜜语不是？哎，这招手册如何化解恋爱危机？你别看，哎，不是他。天赋，你就拿这个对付我是吧？我是啊，太过分了你！这什么呀？这是哎，小姑娘，别这东西往哪了？我什么东西？哎，等会儿，哎，什么玩意儿？哎，查男朋友手机怎么不被他发现？做爱情的女王，恋爱需要设计，男友求生欲测试5.0版。哎呦我天哪！不是，张小婉，你可以啊！哎呀，这个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呐！哎呀，这谈恋爱还有这玩意儿吗？哎呀，我的妈！你俩累不累呀？能不累吗？这天天跟考试似的。哎，每天背这些情话、求生欲测试、口红色号，最可怕的是拿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问你哪张好看。哎，猜错了就不高兴。你说谁能想到他把分叉的头发给 P 掉了？哎呀，这也太极致了。我每天 P 图 P 2个多小时，你跟我说一模一样，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我不就想让你哄哄我吗？我每次为了跟你视频10分钟，我化妆都化2个小时，我就想在你面前完美一点嘛。化2个小时，比刮大白还繁琐呀！这多少道工序呀？这2个小时。哥呀，我这曾经也是双弹钢琴的手啊，自从在一起之后，回消息都回出茧子了，哥。你在微信上写过小作文吗？你知道微信对话框的字数限制是5461个字吗？哎，兄弟啊，微信是啥呀？跟你一比，我瞬间好多了。其实啊，我听明白了，你俩的心中呢都有彼此，就是少了一点点真诚，真诚多一点就能在一起的更久一点。你说这世界上哪有人是完美的，哪有情侣不吵架？但那句话说得好，吵不散的才是真好。媳妇儿，你说的真好啊，吵不散的才是真爱啊。这么说刚才吵架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你那是作死，跟人家情况不一样。一点浪漫都不懂，也就我能跟你过这么久。我在旁边呀也看半天了，这
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恭喜你们通过测试，获得恋爱宝金。我得了。那你们是选择一万块钱还是一万朵玫瑰呢？一万块钱。玫瑰。没抢过你，我磕巴了。你要玫瑰干啥呀？送给你，媳妇儿。刚才你说的太好了。刚才啊，让你们两个小年轻人给我上了一课。原以为啊，我知道生活中这种仪式感呢，没有什么必要。但是今天我感觉到，仪式感是生活的调味品。有了仪式感，才让你平淡的生活才能变得有滋有味。七年前，师妈，我立志发誓，要赚大钱，回来娶你。七年后，我失败了。但我小有成就，我攒钱为你买一套房子。是吗？希望你嫁给我，在一起。你帮我忙，在一起。可是这七年你自己在这憋大招呢。你有啥困难你告诉我，咱俩一起努力不就完了吗？丫挺媳妇儿，以后我只管赚钱养家，你在家里边负责貌美如花。三年生俩，咱们得提上日程了。要我说呀，就得五年生仨，咱俩这么好的基因不能浪费。必须的。走，兄弟，你的电话不错，我买那电话，你们买，他的电话好看，出门就买。那个，要不咱俩也彼此真诚点，就不用那么累了，别生气了。咱俩不还订的烛光晚餐呢吗？哎呀，我不吃。别生气了，吃那个干啥？又贵又吃不饱，咱还不是整点那个大肘子、蘸酱菜啥的。再续两瓶辉山鲜博士，不喝鲜奶好体质。你等我，看见了吗？可以过得像偶像剧，也可以过得有烟火气，这就是爱情。谢谢宋永峰、蒋欣桐、小婉和管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掌声送给他们。哎呀，这个小品真厉害哈！现场所有的男生，我们看完这个作品以后，从中啊学习到了很多的这个妙招，这都是生活中的经验吧。我能现在就是可以说五分钟把媳妇惹生气，哦，五分钟呢把她哄好，五分钟还能逃脱她的打我，属于是现在这个级别达到了研究生级别。师母，你说小峰哥这么回答，是不是属于我们男生那种叫直男？这么回答呀，都不是一般的直男，就像钢铁直男一样，你好像电钻，就是都扎心。回答这样啊，我再问三位女生一个问题，如果在生活当中选择另一半的话，那你是选择峰哥这样的呢，还是选择我这样的呢？他们一定选择一个圆脸的。为什么？就是选你是团团圆圆，选我是长长久久。对吧？师萌先说。我先说呀，我要选择，我肯定选择峰哥这样的。为什么？一看这体格子就扛揍啊！哎呀，就两个人过日子，咱不能换一种方式吗？这打是亲，骂是爱嘛。啊，小婉来。我能选天福那样的吗？你看，一共三个人，两个人没选我啊。啊，不是，因为我觉得天福他很会逗女孩子开心嘛。哎呀，开心很重要，对不对？快乐你才健康，快乐还有很好的生活，对不对？管乐呢？那我觉得各有各的好，我觉得都可以，都行，都喜欢，谁都不得罪，是吧？哎，我突然想起一茬来哈，你刚刚说你是什么级别？研究生级别？嗯，对对。我再问问你什么专业吧？专业的话就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是让你真是挺难堪的。还能让我难堪？你什么专业？播音主持。哦，播音主持。不对，那个吐字不对，播播音主持，播音主持，你还教上我了，你等我考验你一下啊，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考验他，怎么样？好，来，你看一看啊，做一门播音主持，你看看我这发音标不标准？
你来吧你啊！新春福兔送吉祥，玉兔进家福满堂，肥兔祝你福寿长，奶兔为你送健康，耕兔愿你粮满仓，红兔祝你事业旺，白兔是白兔，黑兔是黑兔，白兔不是黑兔，黑兔不是白兔。让我们欣赏下一个小品，由于洋、蒋龙、许君聪、唐艺昕带来的小品《穿越这十年》。我来给你报幕来了，我这是。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好。到沈阳市优秀创业青年的颁奖典礼现场，下面有请我们的优秀创业青年代表于龙先生闪亮登场。于龙先生，在刚刚的颁奖典礼上，您感谢了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给您接生的护士，但是您呢，好像落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不可能，285人的名单，我一个人都没落。给您一个小小的提示，这个人呢，他也姓于。于魁智。第一个节目我看到于魁智老师了，于魁智老师唱得特别好，天哪，我要感谢他，要不是8岁那年我听了他的京剧，我绝对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跳拉丁舞。我跟您直说吧，鱼雷是船底下那个吗？在水里唰一下就穿出去？是陆地上那个。我啊，我爸呀。对，我爸啊，我爸叫鱼雷。哎呀，整个心梗，鱼雷。鱼雷，这个我爸来了吗？来了，在哪？哎呀，爸！看，多么的父子情深。啥玩意儿？就是卡拽了。这会儿回头换电梯啊！你放心吧，爸，没事吧？现在我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一位是于龙先生的父亲，于雷先生。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父子俩共同的生日。哎呀，这你们都知道了。哎呦啊，给惊喜了吧？谢谢，谢谢丫头。在我们点燃生日蜡烛之前呢，我有个小问题想要采访一下两位。您说，是怎么做到父子俩同一天生日的呢？啊，这玩意就赶巧了呗。拉倒吧，我就怀疑你想省个生日蛋糕。你啥意思？父老乡亲们。就我儿子这臭小子，他就是赶上了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好形势啊，最近这个十年发展的太快了，我就没那命，我要是能赶上这时代，这我比他厉害多了。这倒是，是吧？你太厉害了。哎呀，那这十年你要不掺和的话，我能更好啊。你这咱接下来的环节是入洞房不是？不切蛋糕了该？对，许愿，爸你先来，我先来啊，许了啊，噗，许完了。爸你干啥呀？你也太快了吧？那你许完了，你把火留给我，我还得许呢。原来是给你点上，那许吧。我希望噗噗。这磨叽的这孩子，打小就磨叽，你自己点吧。你是于龙先生，在咱们吹灭蜡烛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要采访您一下啊。你说，如果您能回到过去，回到你创业初期的时候，您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如果能回到那个时期，我于龙会更加的努力。哎呀！别着，别着，不是，主持人呢？那个，我爸呢？这哪儿啊？这不我家吗？哎，不对呀，我家这个房子4年前就扒了呀，啥意思啊？2012的大挂历。还有游戏机和充电器，哎呀，
还有游戏厅的游戏币，还有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粉红色的小秘密。我穿越回来了啊？能吗？我2022刚成功就给我干回来了。你看这在哪儿穿过来的？是不是这坎儿？我穿过去啊！查查，哎，穿，穿，穿，别穿回去！我都穿过去，我跳穿回去，我就在这儿，我就呱，我一脸，叭，我就。哇哦！一个人在家真的好舒适啊，惬意，但是有那么一丝的害怕。10年前的我，要是我凶猛的爸爸在家就好了。这屋里头进人我也不能这么害怕的。但是进人他能咋的？打我一顿呗。他要啥给他啥呗。要他给他啥，他还打我，那还是人吗？是不，大哥？你能看着我？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人长好好，你非给我薅出来呀、大哥，那个啥，那个你刚才我看你想要点啥，想说穿，你想穿哪件啊？我这衣服给你，不是，我这给你，不是，我这给你，我这小鞋小袜踩小人可好了。哎呀，你踩小人，你冲我干啥？你起来！别，我自己来，大哥，对。别动手，大哥，那你啥也不要，你到底想要啥呀？鱼龙，你要我名儿？大哥，你到底你想干啥？你想要啥？你别来，你别激动啊！你看着我，想起来没？没有。看看，我是谁？你是谁？你是我。我是你，我是你，你是我，我是你，你是谁呀、啊？那我是谁？我是你的谁的谁？是我的你的谁？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不到。我告诉你，我是从10年以后穿越回来的你。哦，明白没？哦，你是穿越回来的。对啊，你是10年后的我呀。对喽。哎呀，那你这早说，你这才真不是贼，你是骗子呀。你遇到我呀，那算是遇到对手了。我从小最会撒谎，来骗我来。鱼龙，我问你，鱼雷知不知道？鱼雷，咋绑船水底下唰出来那个？不是在水底下，人家是陆地上的。哦，我爸叫鱼雷，那叫妈呀，谐音梗，真好玩，这些年才发现嘛。别玩了，你爸叫鱼雷，你知道吗？那我平时不叫他鱼雷啊。你叫啥呀？我叫他爸呀。爸也没毛病。大哥，你说你啊，你说穿越回来我都能信，但你说你是未来的我，你让大伙看看，咱俩从头型、脑型、脸型，但凡有一点像的我都行。现在你是肯定看不出来，你说这10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呀？人家都是夸这么长的，咱俩是刷这么长的。哎呀，你别说，你吃完之后还挺像我爸。我缺啥？你爸就行了，我得回去了。那个，我得回去，我去。你回吧，我在这，我穿，穿回去了吗？没有。哎呀，别动。咋的了？我知道你是谁了。知道了。你是不是今天我爸派过来给我过生日的呀？过生日？今天你过生日，也就是说今天是2012年的5月17号。你这都知道，别装了。我不仅知道你过生日，我还知道今天是你爸过生日呢。哦，那你是给我爸过生日来的？你爸过什么生日？我都说了我是10年以后的你。哎呀妈，你怎么就不相信呢？这信念感，还演了，我陪你演来。未来的大长我呀。那你既然未来来的，你猜猜今天的我想做些什么呢？今天，我想起来了，今天的你将在你的生日宴上啊，你要跟你爸摊牌，对，说你要创业。
读心术啊，你会什么读心术？我说了我是你，你听我说，我告诉你啊，你是我爸，我要创业你得支持我，我要搞共享充电宝，那不是一个事儿啊。怎么不是呢？我那个项目名字叫做大家一块堆来用我的万能充电宝但是呢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我省挺多字，你挺有文化啊你啊。这反正是你爸没同意。他为啥不同意啊？他说了，那充电宝借出去了给人充电，那谁给充电宝充电呢？咋的啊，在充电宝上安个电表啊？还是有人查电字啊？那倒也是。再说借出去了那能还回来吗？你这像我爸说的话。那他这么行，我得跟他说下一个项目了。哎呀，我都知道第二项目你要整共享自行车。那也不是，人我那项目叫做哎、这个、呀，一块腿来骑我的自行车。是我的自行车大家一块腿骑。反正我告诉你爸，你不是啥名，就是你爸也没同意。为啥呢？骑着骑自行车也不让骑。你爸说啥叫一块腿骑你的自行车啊？那玩意儿咋计费啊？论脚蹬啊？一脚多少钱呢、啊、那玩意儿你链子坏了谁修啊？不得他修吗？爸干啥的你忘了？原来修自行车的。对呀、啊、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不止我爸这么说，我最好的朋友也这么讲。你拉倒吧，你朋友都没有还有最好的？这我这刚认识的小美。你在附近人搜那个啊？你也搜着过他？什么我也搜着过他？我告诉你那也是你爸啊，你爸建的小号啊，考验你呢啊。我说的呢，这搜的时候贼近，一搜三米。原来那我爸是小美。对，小美是我爸。对，那爸是美，美是爸，那他是谁？美是谁？我是谁呀、啊、你是谁？哎，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呀、啊、你咋这么虚头，这么虚头，这么虚头呢？你是来打击我的？这大过生日的，我这创业项目没等开始我就结束了呀。这个我必须告诉你，这十年你一定要把握好，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这十年特别美好，相信我。我信了。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想起来了，窥探我已久，知道我的生日，知道我的项目，甚至知道小美。考察我好久了吧？我考察，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了。爸爸，爸不是就是啊，你是投资我的甲方爸爸呀。爸爸，我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小美，哎呀妈，哎呀妈，这给我累死了。爸，爸爸，龙叔叔。对对对对，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啊，父亲啊，这是我的爸爸，爸爸，这是我的父亲。哎，你俩长得有点像呢。像吗？不是，你说清楚点，到底怎么回事？好好介绍。啊，对对，他是投资我的甲方爸爸。他又投资你，但是有投资我儿子？不爸，我的那个。那你不光是他的爸爸啊，你更是我的好兄弟呀！兄弟、啊，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你再见了辽阔。爸，啊，干啥？你把你嘴里边那个泡泡糖给我吐了！我这我点你呢，你。甲方，你帮我说两句。哎，这哎哎哎，哎呦我的妈！大兄弟，你要投我儿子，我儿子可太优秀了呀！啊，你对他那可不是投资啊，那叫投胎。投胎。哎，就我儿子，来过来儿子，我儿子啊，就你要投他，咱就从头夸。你看他这头发，他哎哎，真的哎密啊，嗯，张开张大嘴给人看看。对对对对，再大大把下往下扒。嗯，对对对，哎，你看，别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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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知道这十年我这咋抓下来的。哎，看这面部表情，不要玩，来来来来，哎，我儿，哎，还有我儿子手，朗朗的手，你见没见过朗朗的手？朗朗，这咱都知道，朗朗的手又细又白又长啊。哎，你看我儿子手来伸，你看又短又粗又胖，这。还有大姑家，来来、哎、表示一段，哎，拜大姑家啊！什么？当初小时候练那个小才艺，打击乐啊，打击、哎，展示一下。
还有说的没？回来，回来！哎，你完蛋玩意儿！小时候不教你架子鼓吗？你没给我买呀？是你老领人上澡堂子，说你看人搓澡多有节奏感。哎呀，那不打言不打来可抠了，光看。这后来呀、啊，就开始深造笛子。哎，笛子呢？给你买的呢？笛子买了，找不着了。找，不要找，我都想起来了，在这儿呢。你咋知道呢？我咋不知道？你这还是来，预热一下。接下来啊，听我儿子给你来一首笛子独奏。嗯。青城山下白素贞，来起。吹可好了。平通半条白渡江，你通。你也没练呢，你一天也没练呢，你啊，白给你买啊，三十多。别打这个，我把词儿都吹出来了。我自练的口技吧。你这叫口技呀、啊？你听没听过口技呀、啊？哎吧，啊不，哎呀，这叫口技。你还会嗷呢？你咋还嗷？咋嗷？你上一边去吧你。那个就我儿子哈，就虽然说这个手跟嘴就不太灵，你刚才还说挺好使呢啊，不，但是他身体协调性特别好啊，四岁开始深造了八年的马铃。啥马铃？那是拉丁，那是拉丁啊，对，拉丁，来，你坐四方老弟啊，快点的，快跳段拉丁，快。哎呀，跳一跳，快点的！没音乐干，爸给你恩赐，恩赐。哎呦，你那恩赐，你恩赐，那得不得有舞伴啊？我给你当舞伴，你也会跳。我跟你上那么多堂课，我看都看会了。得了，谁能看都看会呀、啊？那怎么上？哎，还摔跤？哎，哎，杀你的行啊！上别上，上别上，这是，哎，这串来下油。再走，走，你走，这叫我吐水，这叫我吐水，走这边，来这边，哎对，来，快上，快穿来，上。老弟，你行啊！不是，啊，你都跳下外五地来了。我会。来，儿子回来吧，外边冷，快了。哎，你还会这个？我不是，我不知道你会呀、啊。哎呀，我的妈！我会这个太多了。咋样，我儿子优秀不？太优秀了。投了不？投！现在投。没带钱。你玩呢？你跟我俩啊？妈的，你也看了，恩赐也给你听了。你过来欣赏才艺来了？不是，我没看节目。得亏你回来了，你没回来之前，他说他是穿越回来的，你闹呢？他说他是十年后的我，玩呢？甚至他说你是小美，那是。我爸不会保护你吗？我失恋了。我到底投不投我儿子？我儿子老优秀了。投，关键是我跟你说吧，啊，我都知道，今天说出来你也不能同意。他要是说他今天想干那个共享充电宝，你能同意吗？同意啊。你同意？那不方便，没电的时候插一下充了，多方便呢。那他就说他想搞那共享自行车呢，更同意了，更同意，环保又健康，对身体也好，为啥不投啊？哎，你不是不同意吗？是啊，你不应该同意啊。我儿子项目我干啥不同意啊？再说花你钱，花不用，投不投？投。哎，好，钱呢？带多少钱？带的少。少可以投我的项目，对，快点。那什么，我这项目啊，投资小，回报高。干啥呢，小美？情场无父子，下边。咋样？不是，你说你啥项目？我这个项目好啊，自行车你是不是能骑走啊？充电宝是不是能带走？对呀、啊。我这个你拿不走，你还得实名制。啊。它的名字就叫“大家伙都来我的屋里玩电脑”。哎呀，共享电脑。哎，就开网吧，这扯、哎！我爸打游戏老厉害了，东北第一法师。哎，天天五杀，攀爬 Q， 别攀爬 Q 了，我都八 BQ 了。但是我跟你说，以后没有网吧了，这充其量有个叫网咖。我怎么可能给他网咖了干？我要干就给他网呢了干。
你要不是投资人，我都不跟你说，这是现在财富密码，这十年之内嗷嗷挣钱，老火了。拉倒吧，十年以后都差点没有了。那不可能，我爸天天包酒，网吧没了他咋活呀？不上网多简单，你以后上网能用手机上网。你不可能，你手机的网速怎么能跟网吧的网速？你现在是3G，以后就5G了，别说网速快，物流也快，那火车更快。就现在火车也快啊，沈阳到北京5个小时。以后2.5点。哎妈呀，真敢想啊！国家还真敢说，我都不敢听啊，妈呀！哎呦我的妈！哎，那照你这意思，我早上搁沈阳起来啊，中午跑北京见个网友啊，晚上还能回沈阳包个宿是不？爸，你是真爱玩啊！不是我，就是点爱。不是我这么跟你说，不仅这，你还有不知道的呢。哎，以后你要是饿了，爸，我跟你说，你要是自己不愿意在家做餐的话，你拿起手机下个单，爸，一会儿有人给你送来，把饭送到你家门口。以后你要打车，你上马路上，你不用再招手了，嘎下单，司机就到楼下了。啊！哎，我是这么跟你说吧，以后全面小康了，投资就投国运。哎，那个我跟你说，哎，等一下，你这信息量太大，我有点消化不了。我先问你，你先投不投我？投我穿回去，我就给你开网吧。太讲究了，这大兄弟，开心啊，开心啊！今天我跟我儿子，我俩一天生日，这么的，儿子出去买酒去。今天把大兄弟留这儿，咱爷仨一块喝点。来坐，坐。这一块。儿子买酒去，今天爸高兴。你这高兴，活让你翘了。你这一天天。我怎么跟这？我刚才是不是走这儿？我不站起来。哎呀，咋的了，爸？你听我说。你先听大哥说。大哥，打你一进屋，我看你啊，就感觉特别亲切，是不？我儿子不在这儿啊。大哥，麻烦你个事儿。啥事儿啊？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笔钱，这孩子就一直想创业，但是我直接给他。不合适，你就说这笔钱是你的，他回来呢，你就说这是你给他的投资款，好不好？合计那十年前。给鱼龙投资那个钱是你给的啊？哎呀，那你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呢？这我是他爹是吧，我不能夸他，我得打压他，我得鞭策他是吧。那也就是说鱼龙所有的事儿你都相信他？不相信呢？不相信，不相信你给他这些钱。我跟你说，我有后手，是吧？这个钱让他放心大胆的去创业，等他花完了之后，他肯定还会回来找我的。我把我剩下所有的钱，给他留了400台装了 Windows XP 的组装电脑，到时候我再给他开一个特别优秀的网吧。爸，你不当网管都白瞎了，是吧？哎呦我天！买回来了，蛋糕到了。来儿子，来。哎，爸，刚才给你考验过了啊。大兄弟是正儿八经的投资人，人家心诚啊，看见没？人带着现金来的呀，要投你儿子。投我？你看人家钱都在这呢，你跟我聊好了。鱼龙，拿着。谢谢你，爸。嗨，兄弟们，开心今天来。这样啊，今天你陪我跟我儿子，好好过个生日，对，成不成？那，说实话。今天不光是你俩的生日，啊，那也是我的生日啊！哎呀，啊，这么巧？啥这么巧啊？我都说了。哎，你贵姓啊，老弟？啊，这个我没说啊，我姓于。哎呀，你看见没？
这还是个本家，我就说我进屋看着他都感觉面熟，他，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长得像不像你爷？像。哎，你这眉眼还有点像我奶呢，你是不是？哎呀，不说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爸。哎呦我。屋里边咱哥仨，应该是我最大，是吧？我先许个愿，祝我儿子创业成功。谢谢爸。那我以后赶紧干啥呀？这刚说就给灭了呀！哎呀妈呀，我没许呢，我磨叽呢，爸给你点上来，来许吧。我希望我干啥呀？我磨叽呢，你咋？你这啥许愿？这会儿还不快点？我看，我希望未来成功。等会儿，小鱼，哎，许一个，许一个，许一个。好，我希望我爸爸健康快乐。也希望全天下的父母平安如意。好，等会儿，又怎么了啊？大长我，咱下次什么时候能见着啊？那你着啥急呀？平时你就多照镜子，慢慢你就看着我了。你俩还唠上了，噗噗，磨叽。半天了，站后脚跟疼，我就说我帮你吹啊，爸，咋的？我不吹了，走，我带你去开网吧去。干啥？开网吧？开啥网吧？开网吧？你爸我这辈子不去网吧。二位先生，咱们这个采访还采吗？采，我不说了啊。我跟大家说。我的成功少不了我爸的帮助、陪伴和鞭策。接下来大家掌声，让我爸讲两句。你干的那都是你靠你自己努力干的是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你，我是我，你那优点你别往我身上贴。你孩子就打小认真，就聪明。爸，我爱你。别煽情啊！我煽情了没意思。你爸我刚，那我告诉你，臭小子，哎，还得继续努力。嗯，啊，不能松懈。嗯，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是不是？是，要继续加油，加油！哇！争气！掌声有请蒋龙、于洋、许君聪，还有庞艺昕，欢迎四位。大家好，太精彩了！大家好，大家好。要说这四位啊，第一次来到我们辽视春晚的是蒋龙，是吧？是我。蒋龙还是咱沈阳的孩子呢，终于回家了哈！我真是。咱们给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先带上一段新春的祝福吧。第一次回到家乡演出，非常的激动，尤其是在辽台春晚。嗯嗯，更重要的是跟我两位这个喜剧路上的明灯啊，能够一块合作。哦，哎呦，这个不敢当吧？哎，小嘴挺甜，小嘴挺甜。这个不敢当。哎，我们哪是明灯啊，就是你的大树。哎呀，这俩大树。哎，非常荣幸给大家带来表演，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那兔兔生威，和兔生财 ，Too young, too simple, 兔年大吉。哎，好，怎么样，于洋老师评价一下？太好了，我跟你说，知道他演十年前的我，那我脸上都贴金了都。哎呀，是啊，你看，就是为啥十年前我儿子这么帅啊，就十年之后就搓。哎呀，为什么呢？你是平时不照镜子吗？下一个话题，谢谢主持人。说到这十年前后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哈。哎，我还真是想问一下，假如我们生活中真的有穿越的能力的话，蒋龙，你想穿到什么时候呢？嗯，如果穿越的话，我就穿回十年前。十年前，把我的这个拉丁、popping、breaking 都好好的练一练，在未来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到。我觉得今天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呢，感觉。哎呀，谦虚了呢，孩子。说到拉丁呢，我们聪哥是大拿。哎，我们聪哥呢是我们内蒙古少儿组业余选手的银奖。哎，
不敢当，不敢当，什么事？跳的确实是很棒，对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哎，于洋，如果让你穿越一下的话，你也穿一下，你穿到啥时候去？哎呦，要是我穿越的话，哈，比如说我穿越到十年前，但那个时候有人要跟我说，哎，你现在出门以后都不用带这个现金了，不用带银行卡了，一个手机就能搞定了，我不信。是我现在要是有这个穿越功能的话，我就立马穿到2035年。我想看接下来的十年咱们有多大的发展。别说啊，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了，我想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有综合国力一定会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咱们老百姓的小日子肯定是越过越红火。是，咱们辽宁也一定会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咱们就说我们自己的辉山乳业，在辽宁聚焦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推动下，相信在未来，辉山乳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喝上高品质的牛奶和奶粉。没错，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咱们都是梦想的铸造者，梦在生长，心在追光。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孙楠、谭维维演唱的朗朗、吉娜演奏的歌曲《追光》。我要飞。
小孟，九良，您二位对我们辽宁什么感受？感受太好了。辽宁人民的热情啊，那性格民风就热情，而且呢还都自带那个快乐基因，幽默幽默，就天香酒那喜感啊，而且最重要吃的特别好，美食多，好多的好吃的。比如我这两天来了，你比如说一天三顿小烧烤，鸡架抻面不能少，那就狂狂造啊，见天儿造，吃的太多了。而且我发现东北大哥特别热情，不见外。你比方说我们俩在那儿吃正慌的，来一东北大哥上来也不认识啊，上来就是老弟，这菜咋样？好吃不？好吃不？好吃不？那服务员也实在呀，跟我们俩说了，你少点点儿，你真吃不了，你别刚给你急眼啊。我跟你说，那个大哥呀，问你啊，是怕你吃不好，对。然后服务员提醒你是怕你点的太多吃不了，就跟家里人似的，对的，就是、不把你当外人，就是一家人一样，一家人，哎，这有什么好急的？这是有吃有喝有玩了，对、啊、爸，那我再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咱辽宁的风土人情。哎，行。还有什么呀？这是一他知道。咱们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特色洗浴吧。洗浴。哎，好，你瞅这眼睛瞪的。哎，咱这叫按脚打打盐，今年肯定赚大钱。拔拔罐，你刮刮痧，好运绝对到咱家。哎呀，太棒了！就沈阳方方面面的，我跟你说安排，我有朋友。哎，你朋友谁呀？贾冰。贾冰来了啊！下面呢，就有请贾冰、文松、范明、李宗恒为我们带来小品《翁婿喜相逢》。欢迎光临。各位好，年轻时尚戴手表，成熟稳重。戴手牌儿，成功的路上铿锵玫瑰，暗角的道上勇者无畏，男人的快乐就俩字儿，消费。蓝冰一位，你说还人呢，吓我一跳。这来吧，用你的七号刀修一下我的四号鸡眼。OK， 来，贴边儿，沉底，小劲往里边炫，哎。过了吧，啊！这孩子怎么虎车的？你怎么的？按脚吧，使劲儿啊！我再使点劲儿，这怎么？你这劲儿花钱呢？你这是啊？来，我听听多少钱一牛顿？师傅，你是培训我来了，还教训我来了？这来来回回这都多少趟了？我都给你摁三个点了，我这手上的抖都磨没了。净搁那扒瞎，这不还俩簸箕呢吗？你可别磨叽了，跟谁俩说话呢？没大没大的，你这是。师傅今天之所以穿上客服，装成客人，以这种形式出现，就让你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好让你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疗健康师。不过该咋是咋的，徒弟辛苦了。没事，师傅，我下单了。你说这怎么的？这师傅的钱你也挣啊？你退回来。超时了，退不了。这你咋这样式儿呢？那你躺着干啥呀？我给你按回来。哪有你这样的？真是的，天天的。就按吧，师傅，我今天心情好，无所谓。你妈这么气人呢？这话说的，怎的了？我恋爱了。到啥程度了？可以说成功一半了。差哪半呢？我同意了，差他同意。你这哪是恋爱呀？你这不就是暗恋吗？你呀、啊，暗恋多好啊！暗恋是恋爱里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两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什么玩意儿？这是，不是把你这个抠劲儿说的这么大方呢？你啊，你现在别想别的啊！你看着没？这师傅的专用的按摩箱，按脚用的，这是我的家伙事儿。迟早有一天，我把你这个小箱还有这钥匙，看全传给你，这就是你的传家宝。你有了我的传家宝，你什么姑娘你找不着啊？拉倒吧，就咱这工作，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站起来，那烦你说这话还不好？咱这工作，咱这工作咋的？你师傅我刚找个对象，那家里老同意了，是吧？你跟他说你啥工作了？没有啊。你没说，你让我站起来干啥呀？那坐下呗，吵啥呀？
我不跟你嫂子说了吗？啊，你嫂子嘴快，肯定跟家里都说明白的了。我跟你说的话啥意思？就你记住，咱是啥呀？咱是给人送温暖、送健康、送幸福，咱是光荣的足疗健康师，咱们得站起来，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我现在就给他删了，他根本就配不上我。你活你呀，这死孩子真是，师傅是让你有刚，不是让你有病。咋想的？你还把人给删了？哪有你这么干的你？你现在开始啊，你什么都别想，你就一心想你的业务，是不是啊？那女人的事往后旁边放放，女人只会影响我们拔刀的速度。来，师傅把你之前那个小鸡眼那个余孽给你收拾一下子。都来了，过年好，过年好，爸呀，啊，快走两步。老少爷们儿，过年好。你说那地儿就这儿吧？对，就这儿。档次很一般呐、啊。你赶紧进去吧。哎，你别着急啊。啊。我嘱咐你两句。一会儿进去啊，你别可哪乱跑，让人看笑话。一般呢，就是到了这种环境，他也就到了我的天下了。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养生，我就让你健健康康的活，一直活，活的你都不好意思活了。叔孩子，怎么说你爸呢？你就说那个我干点啥吧，你啥也不用干啊，你跟我来的，你干啥呀？把账结了就行。啊，让你爸我结账，那我哪是养生啊，我养了个牲口。哎呀哎呀哎呀，开玩笑闹着玩，你看这不禁逗呢。你说你找我来这儿，我那没准备吗？我这都夹包来的。啊，咱俩啥关系啊？父子关系啊？这钱我能让你拿吗？哦，那必须咱俩 AA 呀。好，哎，我同意。啊，来，这个是五折券啊，剩下的你付。你说你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要工作没工作啊？要对象没对象？哎，你就看你姐吧，人家虽然工作不咋样，但人找了个好对象。你说姓贾那小子？对。哎呦我的妈！我最烦就他。你一下巴刘海啊，嘴角两边挂两条大鬓角子，离远一看呢，就好像那沙皮啊叼了一把拖布似的。请咱去吃个饭，那饭店也不咋地，还送点礼，送你两瓶酒，送我姐一个包。我跟他瞅他半天，我寻思他能送我啥呢？他送我回家了。别瞎说啊，人不是送你这个打五折的券了吗？多亏送了，要不送的话，你今天得全款。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弄？你当不懂事呢？你捣什么蛋呀你？你看，你看啊，我不懂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他行，他干啥的？他呀？你姐说了，他呢，哎，是个大夫、医生、doctor， 打三份工呢。啊，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doctor 呀？这就是刀客。哦，得劲儿不？得劲儿。你看看，师傅，但我现在啊腰有点不得劲儿。哎，我可不是为了占便宜啊，你能不能再教教我拔罐，就不下单那种生姜可以吗？我请罐去。这什么徒弟，你这得你师傅等我。哎呦，这前台啊，给我徒弟下十个罐。你说你这孩子啊，哎，你能别这样成天吊儿郎当了吧？啊，你跟人小贾好好学学，人家是医院大主任，哎，人家每天多忙啊，哪像你每天就知道享受。我告诉你啊，人家不可能有时间到这儿来，要不然不会把这个打五折的券送给咱们。行了吧，你少说两句得了。哎，哎，爸啊，这不是他吗？是吗？咋不是呢？那不嘴上叼的拖布吗？欢迎光临，南北呀，弟弟，叔叔，那来了呢？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咋来的？你怎么在这儿？你咋来的？我问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咋来了呢？爸呀，来啊，你跟他对，不，你怎么在这儿？你咋来了呢？哎呀呀呀，问点别的行不行？哦，那个医院不忙啊？啊，医院，医院啊，医院应该忙吧？哦，我过年哪不忙啊？那不合着医院呢？你是
他就是游戏厅、网吧、彩票站、加油站，这不都得忙吗？等会儿，台球厅、游戏厅、网吧，你怎么这么贪玩呢？我，行，那个什么，你今天休息啊？我这会儿休息啊。啊，就休息这一会儿就跑这儿来了？这地方这么有沟头吗？什么玩意儿？你咋？你今天没开刀啊？开刀。开一个，整挺好，整挺立正，大家。哦，所以说你这到这儿来就放松一下是吧？哎，你开刀时候是不是心情挺紧张的？也挺对，挺担心的，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呀！这叔，你看你这不了解我呀？我带干不干二十多年了，就这玩意儿，闭眼睛我就拉了。那还得那可不行，你开刀哪能闭眼睛？那不负责任。那一闭眼睛，你磕的多不安全呀！你我的妈，叔，上次咱俩喝酒没喝透是吧？你对我不大了解吧？好，今天你来着了，真的。你今天坐着，我给你好好展示展示啊！好，让你看我到底啥能耐。弟弟，我给你整一下子。哎，你站边去，别过来！哎，干嘛你啊？人家也没啥毛病，干嘛给我打开？谁呀、啊、给？谁给你卡开这些？啊？哎，哎，你先别说话啊！我爸跟我小弟是不是去了？啊，刚进来呀、啊。你背着点儿。哎，你说你干啥的了吗？那还用说吗？都进来看都看到了。完了。怎的了？我怕他们不同意，我没说你做足疗的。那你说我干啥的？医生、大夫、doctor。这啥玩意儿？哎呦我的，我说一进屋就什么医院的，又是开刀啥的，你就实话实说嘛，你撒这个谎干啥？我这不骗人吗？哎，跟我爸直说行，就我那没正形弟弟知道了，非得给咱俩整黄了。哎，你说漏没有？漏应该不算漏，你要说漏的话，那也只能是小荷才漏个尖尖角啊。嗯。不是，那接下来那咋整？咱就这么下去啊？慢慢来呗，一点点让他们接受。哎，你穿工作服吗？你瞧了，我今儿没穿工作，我穿的客服。那我客服吧。嗯。啊，患者，你药别停啊，那是外敷的，你别往里咽啊。嗯。好了。大夫，这没个眼镜啥的。别瞅啥，挂号了吗？啊，我俩来捏个脚丫子，挂什么号呢？哎，不，这不好意思，这职业病犯了，我不大夫嘛。啊，你这不是职业病啊，你是手脚不老实。怎的了？你没啥事儿，你拿把手术刀搁那跑啥呀？啊，这不干一行爱一行嘛？你我爱刀，我不大夫嘛。别人吃饭顺走俩打火机，我做完手术必须顺走俩手术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什么台？手术台呗，还能是聊台呀、啊？以后有事找我啊！我现在就有事儿。你这以后来的太快了，你。那个，佳呀，我有一个朋友，你应该叫他王姨。哎，等会儿啊，是不是那老王太太啊？我告诉你爸啊，咱可不能这么干呢，不行啊！那老太太呀、啊，比你大一轮呢，我不同意。什么？上哪儿去了呀？你王姨病了，想挂个号。佳呀、能不能在你们医院帮着挂个号啊？方便吗？在我们医院啊。在我们医我还有我医院我哦，方便的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就挂你们科，挂你的科。那我方便问一下，我是什么科的吧？你还不知道你哪个科呀？你问我呀？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能晒脸呢？逗我爸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啊？你厉害行了吧？你是医生，你是主任，嘚瑟。妈，我还主任呢我呀？哎，怎么着还要把你全称说出来啊？嗯，德艺双馨，白衣天使。哎呀妈呀！亚太地区啊，卫健康组织小组成员。哎呀，金手术刀获得者，连续三年蝉联五爱杰最爱民心的赤脚医生贾冰，对吧？这都你姐说的，这啥玩意儿？天上咬地上咬，从亚太直接干到五爱杰，你这是？贾呀。我一听你这么称呼啊，就赶紧浑身上下在闪闪发光啊！我感觉我浑身上下被人扒光啊！或者，哎，那啥，能不能帮忙就把你王姨挂号的事给办了？挂号行，我得问一下，他是挂外科还是理科？啊，他鼻子有点毛病啊，不太好使。那是文科啊，文科我不会啊，我是理科大夫。那你还得学呀，你可不能偏科呀，孩子。你俩能不能别搁这唠嗑了啊？
没完了，咱干啥来了，爸呀？养生啊，享受来了。好好好好好好，点钟。好，妥妥妥。你来了个劲儿大的，劲儿小的？我来岁数小的。你傻呀？人家没问你岁数大小，人问你劲儿大劲儿小。啊，对呀，我就要岁数小的呀。岁数小的他的劲儿就小，我脚不含，有毛病吗？就要岁数小的啊，大一天都不好使。六号包房三桌，来了，来了来了，罐得等会儿拔了，我得上钟了。你好。谁点的岁数小的？我。你好。呀，啊，就岁数小是吧？不用你摁啊，我不同意。啊，别别别，我看这孩子挺好的，瞅着便宜。啊，不同意还说我便宜？你得给我做主啊，师傅。哎，等一下，爸，听见没？他叫他师傅，对啊，怎么事？解释呀！你的客户不同意，你客户不同意也得是我们管你叫师傅啊。你是师傅，你是年纪小会修脚，搞个对象没成了的小师傅。我投诉他了。你投什么诉？你稳当的吧，见了不说话。这么回事？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假医生。我们往漏了说呀。漏啥呀？你不姓假吗？那还能叫你真医生啊？啊，这名字鲜明。那来吧，来来，那真的啊，你给我叔叔按啊，好好按，你别着急，我看你想要那玩意儿，我能碰到不？我要岁数小的 明白明白，知道知道，来按吧，按呢？按了，那我按了，按呗，我真按了，按你按磨叽啥呀？这是，哎，什么玩意儿？干哈？干哈？你搁这排雷呢你啊？不是，哎。李总啊，什么玩意儿进去了？我看，这啥呀？这是啊，钥匙。为什么他的箱子拿你的钥匙给打开了？解释。为什么你的箱子拿我的钥匙打开了？解释。不是这个是，这是你。我是 VIP。谁是 VIP？ 这是我的专属工具。哪呀？你点头啊？啊，这么回事啊？哎呀，假呀！这还让你训练的真听话呀？不是我这消费了吗？我这个合理啊。你是真好听，你来赶紧按吧，快按了。七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服务。你热敷了吗？你就高兴给人服务啊？啊，对。然后呢，热敷，热完敷按穴位吗？这孩子，哎呀，按穴位，这儿吧，我记得好像是。那是小孩拉肚子往那按，上岁数往腔子上按。这儿啊，往上走。这儿。对，揉三圈，往里点点。为什么我全忘了？要不你点吧。人家点的你。哎，等会儿啊。我怎么感觉你脚丫子比他摆得明白呢？什么话？你真是他师傅对不对？什么话？我这就老来老来的，这久病成医嘛，这点沫都分不开呀、啊！啊，假呀！你这一指点你，他这个手法呀，啊，这早啊！哎呦，我都冒汗了。那是热了吧？我赶紧把空调关了吧。这叫我说的，那是空调的事儿吗？啊，姓贾的，出来！吵吵啥呀？你干啥的？我上一面子去。哎，他姓贾。你哪来了呢？哎呀，你能不能换个打招呼的方式？你咋来这儿了呢？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你是不是干来了？你说点别的行不？你俩唠完了没有？唠完了。可把你给找着了，姓贾的啊，躲这儿了。正好这边人多啊，都看看，给我记住这张脸。爸呀，啊，看见没？出事了。这肯定是给人看病看坏了，这不拿家伙事过来揍他来了吗？你是不是闭眼睛给人拉的呀？什么玩意儿？别吵，都别讲话。小伙子，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叔啊，我妈七十了，腿脚不利索。哎呀，所有招都想了，就是不灵。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送她那儿去了，经她那么一挑，我妈现在腿脚老利索了，跑得老快了，是吗？我妈呢？跑哪儿去了？给我这么的啊，景琦，给你，我得找我妈去。我妈今天还没喝辉山仙博士呢。叔，要想不缺钙，一天一杯辉山奶。再见。我妈呢？是买奶去了。妈呀！来，我看看这景琦写的啥。不用看，来，我看，我看一眼。来，给我，我看一眼。那个，你看吧。来，打开，打什么打呀？这里边肯定有猫腻，这好不好？来，我看看，这样，
我看一眼行吧？对，好，医生，看看写的什么医生？这边写的啊，捏脚医生。哎，解释，不是他这，哎，他来。不是，我估计做锦旗是按笔划收费的，他可能为了省俩钱呗，他写这个医。哎呀，你说话能不能不带口音呢？啊，念在这里边念一声。哦，一声，这是四声。什么四声？跟二个挨着。小兵啊，你来，你来，哎，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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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猪呢？你这是啊？那我手台喊你半天了，你半天不抬手回一句啊？啊？怎么了，院长？你骂谁冤种呢？我说院长啥时候说你冤种了？你这啥耳朵你啊？那门口五六个人点你钟都等你呢，你一动不动，你是金钟罩啊你啊？不是，你别着急，你等会儿，你别急呢，等会儿我就叫号了。你跟谁俩叫号呢？我告诉你啊，嘉宾，你不要以为你技术好、人品好、行了、手法好，你就是这儿的小宝宝，你可以在这儿到处乱跑。别说话，干什么玩意儿？骂我一手油啊！快点，快点！我告诉你啊，都等你呢。三轮的，这还跟我俩撒娇呢。我们院长儿科大夫老有意思了。真的，我俩当儿童了是吧？你就是这捏脚的对不对啊？爸呀，我就说不同意，不同意，这回你看明白了吧？啊，这是什么人呢？走走回家，咱不按了。你能不能听我解释？谁解释也不好使。今天这个事儿大了，我告诉你，贾冰，今天没有十张打折券，这事儿跟你没完。哎呀，那还好吧？什么话？这说的什么话？这是要我说就跟他说实话得了。你别跟添乱，都到现在了，什么实话？说实话怎么了？不丢人呐？你说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为什么要学捏脚，还亲自在家里连夜画了几张经络图放在我们店里？那我们刚才那个老板赏识你，封你为技术顾问。我崇拜你，叫你一声师傅，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你这实话早就该说了，你啊，你就是太谦虚了。是你去卡塔尔世界杯那个事儿跟他们说吗？啊，捏脚那事儿还没来及说，这不刚回来吗？去卡塔尔捏了回脚，梅西听过吧？第一场比赛他为什么输了？脚崴了，不得劲儿，所以输了。是。马上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连夜坐火车过去的。干去的，说句不炫的话，坐的软卧，老玄乎了。到那以后，这么跟你说吧，连水都没来及喝，就给梅西做了个足底。这个就好比是梅西的脚，我师傅上去叭叭两下，给脚接上，好了。当时梅西很激动，激动的我记得说了句阿根廷话吧。他咋说的？他说：“铁子，还得是你呀，别人谁也不好使。”该说不说，你有点过了啊！过了，对，过了，连过五人，邦邦六脚进七个球，六脚怎么能进七个球呢？其中一脚进俩，串踢嘛！哎呦我的妈呀！完没戏就要给我输赢了，不好使啊！你赶紧给我整过去，一万个一堆事儿呢，焦头烂额的，留你这儿硬座我也回去。后来无座那么干回来的。不对啊，猴尖猴尖的，我居然被当猴耍了。据我了解，沈阳到卡塔尔，他根本就没有卧铺。什么玩意儿？你拉倒吧！我还以为你了解啥呢，他根本就没有火车。你也拉倒吧！假呀，能说两句实话吧？叔不想听你满嘴跑火车了。我早就想说实话了，我这憋得难受啊！这不被你俩架这儿来了吗？我根本用不了两句，我就说一句，我确实是这儿的足疗健康师。说实话不就对了吗？那我也不同意。我同意。爸呀，你干嘛呀你啊？我跟你讲，熊孩子，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你姐夫是干这个的，就是因为你在中间横拦着树挡着的。我今天专门带你来，就让你看看你姐夫到底是个啥样的人，让你跟他好好学学。我跟他学啥呀？我跟他学骗人呢？学表演呗。你姐导演这出戏，我带着孤单的脚步你。啊，是我姐让的。弟弟啊，来 please。 你这两步道走的，你这弟弟啊，我骗你这事呢确实是我的不对，
但你让我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行不行啊？这父母啊给了我们一双手，你家我叔啊用他这双手呢成为了一个面点厨师，我呢用我这双手成为了一个足疗健康师，咱俩差不多，只不过我是捏脚的，他是捏饺子的。我叔呢用他这双手呢养育了你和你姐，我也希望我用这双手能够给你姐带来幸福。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对得起良心，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就一定会获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所以说，未来的小舅子，你能不能尊重底下未来的姐夫？说的太好了，太好了啊！臭小子啊，能不能给你爸爸啊一点面子？别捣蛋了，同意吧？哎呀，哎呀，行了吧？哎，你干这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呀妈，年薪呢？咋一年不少挣啊？啊，钱不钱的倒无所谓，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还缺人不？你还收不收徒弟啥的？哎妈，拜我为师，那你不差辈了吗？你是不是？哎，师兄啊，快说话呀！师弟，你先等会儿，我得给我暗恋对象打个电话。喂，丽丽，其实我不是钢琴家，我是足疗健康师。不会是我徒弟，比我还能扯呢，钢琴家干上来了，这啥玩意儿啊？真的，弟弟啊，叔啊，过年了别白来，我今天呢跟我徒弟联手给你俩上一招。好，上招，上招，来了。好的，来，坐坐坐，坐好了，坐，哎，坐，真的干啥？哎，来，哎哎哎哎，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几位的表演充分彰显了辽宁新时代追梦人的心声。奋斗在各行各业的辽河儿女将他们的幸福梦融入到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王朗、吉娜、孙楠，应该说这都是好几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老朋友了啊。我有个提议，可不可以请三位用家乡话跟大家拜个年？那必须的，呼呼喳喳过大年，喝了气喘把家还，五鸡六兽盼春晚，闹闹哄哄年夜饭，鸡头白脸可劲儿造，欢欢喜喜过大年。好，祝大家兔年大吉。谢谢谢谢谢谢几位非常纯正、杠杠纯正的祝福哈。其实今天啊，除了我们这几位老朋友之外，还有一位新面孔，就是咱们的实力唱将谭维维。没错。哎，维维，想不想也学几句东北话，感受一下咱们东北话的魔力？那当然了。哎，这样好不好？咱们就让咱们的东北媳妇儿吉凤芝来教你。可以。玉桌的，玉桌的。金身的，金身的，板正的，板正的，杠杠的，杠杠的。哎呀，教得好，学得更好。那我就用这几个词来祝愿大家日子过得愉桌的。好，奋斗的路上呢，金身的，哎，身体板正的，新的一年杠杠的。我觉得这几句话说的真是够地道的，没错，在我们辽宁的各大城市那绝对可以畅通无阻了，即便是来到我们辽宁的新农村那也是吃得开的。是的。哎，接下来不如让我带领大家去领略一下乡村振兴进程当中我们辽宁现在的乡村生活好不好？那真可谓是创业增收不离家，农闲不闲还赚钱。我们新时代的农民啊，乡风民风那是精神儿的，人居环境那是愚拙儿的，文化生活那是杠杠的。上优酷看2023辽视春晚直播，会员畅享更多独家内容。上微博参与辽视春晚话题讨论，分享您喜爱的节目金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小辣李佳琦、张浩、修睿、吴莫愁等带来的小品《相约在春晚》。哎呀，各位父老乡亲，过年好！我的家乡，我回来了。看看啊，这一排排小楼，哎呀，这一个个谷仓，太带派了。这村里啊，变化太大了，跟我头些年回来可不一样了。妈，二舅，二舅你来接我来了！哎呀，叫我二舅啊！哎呀，
小浪啊，你干啥呢？啊，我这不跟父老乡吗？过来过来啊，谁让你互动的？啊，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吗？你是艺人，你得有气质，你得有气场，你得有气势，你得凸显出你的特别，你得高冷啊！哎呦，哎呀，你跑这冬眠来了？小辣，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你为啥不火？就因为你太接地气儿了。我来啊，不好意思啊，小辣老师呢刚刚飞机落地啊，舟车劳顿，得休息一会儿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好吗？拜拜。小辣，嗯，咱合作是不是有三年了？你签到我们这公司就三年了，你一个活没接着啊？啊，你都不如咱公司大黄，那大黄开吃播能给自己挣狗粮，你能挣啥？哎呀，修总监，你看你这话不能这么说，那咱们回来参加春晚来了吗？你看好了，你说的是春晚，这个叫春晚。当然了，这也是你唯一的机会了啊！如果在这台春晚上，你要是再红不起来，那对不起了，咱就别合作了。哎呀呀呀，这个我还是有信心的啊！那我在我们村是相当有人气。哎呀，那村民见着我老疯狂了。哎呀，我跟你说，我回村儿那就相当于啥呢？放虎归山，引蛇出洞。哎，妈呀，听着了吗？小浪，爸来了！哎呀，小浪小浪你最美，炮楼的底下全是腿。小浪小浪你最棒。实力绝对压倒杠，棒棒棒，推推推，棒棒棒，推推推，干啥呢？拿我当靶子搁这儿拼刺刀呢？不是，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刷锅那钢丝球子成精了。哪儿钻出这么一个小黑玩意儿来啊？出言不逊，他是谁？我爸。爸，上面拉去。靠什么近乎？攀高枝呢？跟我姑娘处对象？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不好使。不是爸，别，不是叔，你误会了，这是以后要挤进一线的艺人呢，咱可不能给他造绯闻呢。我俩是合作关系。我是我们公司演艺部的总监，兼商务洽谈部的部长，我叫修修。哎呀，贺我，鄙人幸福村村东头小卖部部长浩浩，咱俩平级。啊，这就是你找来的粉丝啊？哎呀，别着急啊，爸。嗯，这就是你给我找的粉丝啊？啊，那不都咱家亲戚吗？我没找，你这不挺长时间没回来了吗？都自己上杆子来的。不是，我不说了吗？你给我整点八零后，这孩子按你要求来的吗？你看，这都八零后啊。嗯，那个你六舅，六舅八十二。那个你大娘，八十三。啊，哎，大娘。还有两个九零后，他俩走道慢，搁后边呢。家里边还有两个零零后呢。玩那个微乐游戏完了就没来。哎呀，不是，爸咋理解的？我说年轻人呢。这孩子现在你是不知道，什么农闲不闲，农业电商科技种植，那一个一个都老忙了，谁有功夫来呀？行了吧，我知道了。修总监，你看咱要不对付用呗，这都我隔人家亲戚看着我长大的，疯狂程度绝对是有。疯狂程度我一点都不担心。嗯，但是你看哈，这是你爸。嗯，他算是亲爹粉儿，对吧？那个是几舅来着？他六舅。六舅算六舅粉儿，对吧？这个是啥？这个是谁？这个他是小黑粉儿啊。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人这是我发小。不是咋的？他是你发小。
我俩班的班咋的？有质疑啊，铁子？不，没有质疑，但是发小嘛，发小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嘛，对吧？那人家长大了，咋你没长啊？我俩班的班咋的？有啥质疑？不是，没有质疑，你归队吧，没有质疑，好吧？一看你们在处理粉丝上就没有经验啊！现在所有人交给我处理啊！那个一会儿小辣表演的时候啊，大家该呐喊该助威咋的都行，但是他两米之内不能有人靠近，明白没？抬走，抬走，抬什么？哎，等会儿，抬我干啥呀？你不说两米之内不能有人吗？你撒开我，你俩先回去，我是总监，我在这行。你这话说的，我还他爹呢。你说这个提醒到我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是他爹了，你要是他爹就废了。这个钢丝球子啊，我忍你四次了。哎，不是，咱俩刚见面咋就忍我四次了呢？推不还三次呢吗？你这么算账的啊？我告诉你啊，这孩子他妈吧就是走的早，剩下我自个儿吧拉扯他我不容易，那怎么我还当不了他爹了呢？不是叔，我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谁是他爹他都废了。抬走，抬走，怎么？哎，等会儿，我们说明我的解释听。抬回来吧。啊，不是，叔，我不需要运输，我自己能走，你俩赶紧回去。你听我说，是这么样，你看对不对啊？不能让观众们感觉到小辣的粉丝都是亲戚，这不影响他热度吗？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对了，老妹儿呗。哎，太别扭了。别扭，挺着。一台晚会功夫坚持不了吗？现在咱就聊晚会的事儿啊。谁是导演？谁是晚会的导演？我爹。你别吓死我！你们不能有爹吗？你看人家这觉悟。叔，你是导演吗？哎，是。你是这台晚会的导演？是的。走。哎妈，咋走了？他是导演，他导啥呀？咱还跟他演吗？哎呀，那是我亲爹，不，亲导演。那一手把我带大的，我相信他是有这个才华和资格的啊。行吧。演员呢？演员到齐没？这个左右，这不都是吗？这些是这台晚会的演员？是的。就他们是演员？是的。走。哎呀，咋又走了？他们是演员，你跟他们演，你啥掉不掉档次？有排面吗？钢丝球子啊，我忍你五次了。说的那是什么话？他们怎么就比别人差呀？你看他都不敢说他们比别人强。兄弟呀，你看咱好不容易来一趟，别白折腾，行吗？啊。差不多得了，这也就是你家，我跟你说，这么的，咱快点演第一个节目，上台唱完咱就走。行，那不行，第一个人我们这儿有节目了，啥节目啊？我舅他舅爷唱歌，咋唱的好啊？那他舅啊，哎，来出来，你给我喝他。哎。他舅这是咋的了？这起高了，血压好像上去了。哎呀，我赶紧回去吧。这个是我们村的男高压，低压都200。这个节目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啊，给他电厂够用了。那这么的吧，第一个节目我们不争取了，第二个节目我们上行不行？不行。这咋就不行呢？第二个也有人了。第二个谁呀？我发小。你发小。我俩班的班咋的？有啥质疑啊，铁子？不是，我没有质疑，我说是你就是发小，你不也得有节目吗？东北话算节目吗？那我说不算，他说还不算呢。我俩班的班咋的？有啥质疑啊，铁子？他就这一句，他倒腾来倒腾去，他咋演节目啊？我回的可多了。在座的老实爷们，听我说句话。今天我来给大家普及一
下，在东北的量词都非常人性化，听我之后无数你里灵魂的进化，整个让的意思不是让你去三亚，连皮带帽带帽装一整个南下，一鼓楼是一串，一鼓楼是一段，比较小的分一叫一嘎达一块，所谓不少科技不是半个科技，胸里边的比例跟我们有关系，在东北喝啤酒工程都是一滴粒，一个塑料蟑螂拎走那叫一滴粒，两只手一捧，一只手一把，走着到十米距离那才叫一扎，你问我说的这些到底是个啥，这就是俺们这家地道东北话。 Beautiful。 哎，你东北话说的挺利索呀。我俩班了班咋的，有啥字也贴着没有？没有，归队吧，归队吧，没有可以。哎呦我天哪，小辣你看见没，他东北话说的比你利索啊。啊，这咋的，你有质疑呀、啊、铁子。爸，这还小爸。导演，导演，那个第三个节目是啥呀？第三个节目是舞蹈。哎呀，装腔口人了，我主攻舞蹈呀。你啥时候主攻过舞蹈啊？这三年啊，我的努力是有用武之地了。来吧，放音乐。放啥音乐？就咱俩平时录那个。那能行吗？哎，来吧。越想我越生气，怎么他都杀不过去，一时风光我有名气，怎能败在他们手里。没了，没了。这是啥呀？你这三年努力啥了？不好吗？不是，你俩搁这干啥呢？这是啊，着急回家包饺子。就你刚才这玩意儿也叫节目？啊，就我毙掉那个都比你这强啊！哎呀妈呀，就咱村啊，就那个步棋舞团跳那广场舞都比你这玩意儿强啊！来，现在我复活你们，弄他！哎，快点的，别摊着我，快快快！哎呀，步棋舞团，这回跳的可挺齐，这扔的也不齐呀、啊，这不白瞎了吗？我得拿个塑料袋给它装上，等我结婚的时候还能用这个。小辣，你不是说你是从你们村走出来的吗？嗯，我怎么感觉你像从你们村里让给撵出来的呢？来一个比你强，来一个比你强，你是你们村垫底的呀，你能逼过谁？啊，这话太伤人自尊了。那我咋就劈那个我劈他我都还能劈不过呀？你可真有出息，你劈个扫地的，那扫地的能有什么节目？啥意思啊？你要跟我比呀、啊？我要是有对手，我还在这儿扫地吗？快！妈，别整那车，你干啥呀？刚才这小子往这瞅四五眼了都。注意点啊！这你俩啥关系啊？从我这论吧，这即将是你妈。
从那边论呢，这就你管叫嫂子。扫啥呀？我还是扫地去吧。哎，这小样真招人稀罕。哎呀，爸，哎呀，你怎么早说呢？让我在外面还得担心你呢。你还担心别人了？你不担心担心自己吗？啊？春晚上你已经没有位置了，现在在家庭里边你都快没位置了。行了，咱俩的合作到此终止，告辞啊。喂，老板，对，我就在幸福村，是小拉在春晚上没有位置了，对，他在家庭里也没有位置了，对。什么？6000万粉丝？行，明白。明白，好嘞。小辣，你过来。咱俩的合作还得继续，而且这个春晚你必须得上。那我还不上不去吗？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春晚，你就站台上站一个节目，你得站下来。你知道这春晚有多大热度啊？有6000多万粉丝关注啊，这么大的一个热度，我告诉你，咱必须得蹭下来。蹭什么蹭？小辣，过来。哎呀，你好好跟孩子说话，我心有数。那是说点什么玩意儿啊？啊，做人啊，别虚头巴脑的。哎，啥玩意儿？你这个气质气场，你那就是气人。我告诉你，老百姓如果要是不认可你，你就整啥牌面都没用。记住一句话，正能量才是最大的流量。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们幸福村的春晚，咱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村大喇叭刚子登场。各位父老乡亲们，老伙伴小伙伴，大家过年好。哎呀，这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大伙儿也都别摇哪跑了，各部门全都准备好了，咱们幸福村一年一度的春晚即将就要开始了，下面让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总导演浩哥闪亮登场。浩哥呢？哎，这儿呢，这儿呢。啊，这呢？你这不能低调点吗？我这都够低调的了。我那意思是个低调点啊，这样的。哎，也可以。完，咱们这个节目吧，可以高调一点。那没毛病。接下来就让我们幸福村春晚，咱们就造起来。谢谢谢
谢小辣李佳琪、张浩、修睿、吴莫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各位。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辉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年年喝辉山，岁岁庆团圆。谁能想到咱们辽视春晚里面还套着一个小春晚啊，春晚，这波套娃操作真太溜了。是是是、哎、是啊、嗯、今天你看呢，在欢乐中我们体验到那种热烈和震撼、哎、我跟你说，咱辽宁啊不仅有美丽的乡村风光啊，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哎，这你就聊我兜里去了。你兜里有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历史的底蕴。你说说、哎、辽宁省博物馆咱去过呀，而且各大名胜古迹我也都看过。嗯，就在游览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小愿望。什么愿望？就这古代这人物要是能从画里走出来，哎呀，那场面得多震撼！天哪，你这是多瞎想啊！哎，不是，我觉得挺好的呀。不不不不不，教育教育，不是挺好的。这可以想，你看看，你这个小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是不是？可以吗？可以。因为我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节目啊，就让我们大家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辽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特别魅力。没错。下面请欣赏辽代乐舞《散乐图》。
哎呀，哎呀，我的妈！街坊邻居们，冷不冷啊？赵刚子给大家拜年了。哎呀妈，太冷了呀！赵刚子，哎，书包。大冷的天，你跟街坊邻居们在这白活啥呢？哎呀，让你去买个菜，半天你不回来，是吧？老舅、老舅妈都饿了。我这回买的可太好了。都买了啥？给我说。萝卜缨、白菜叶、地瓜秧、黄瓜苗。买的好啊，大姐夫。哎，今年虽然是兔年，你不能把咱们全家都当兔子喂啊。你忘了啊？老舅和舅妈是第一次来咱们家过年。老舅啊，血糖高啊，这都是按照舅妈的要求买的。是，老舅吃的这些菜，血糖是降下来了。我这血都凉了，我回来吧，一点不吃亏。哎呀，小米，哎呀，我小姨子回来了。哈，过年好。过年了，你都买的啥？我买了一些干果和点心啥的。啊，对了，我还给大外甥买了一箱辉山好奶粉，都搁你屋了。你看看，给我儿子买的辉山马瑞奶粉，我儿子从小就爱喝这种奶粉。嗯，那长得白白胖胖，那个头今年都赶上我了。只要不花钱，才把你乐了。人家买的点心，我尝尝。哎哎哎，干什么玩意儿？我尝尝不行啊？啊啊！过年了，咱老范家的家规不能改喽。有好吃的得先就着长辈，赶紧叫舅舅舅妈。这是我们家的家风。哎呀，快快快！哎呀，我的妈呀！舅舅舅妈。哎呀，外边太冷了，舅妈，大舅，拿着我的纸是买的，好好好，你看看，大舅，舅妈，过年好，哎呀，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看看看看这小米粒儿，这家伙长得越来越好看，光彩照人呐，可不是嘛，小米粒儿啊，你要再长开点，就赶上我了。哎呦，你听听我舅妈多自信呢。对，你舅妈的自信是建立在不要脸面的基础上。妈，你赶快尝尝这点心，可好吃了。哟，这点心你可别吃啊。他不能吃。我咋不能吃呢？我最爱吃的就是点心。哎，放下。你还啥呀？你自己血糖高你不知道吗？啊，你还敢吃甜的啊？在家不让吃，到这儿还不让吃啊？再说了，孩子都买了呢，那我要是不吃，不是不给人家面子吗？你别拿孩子说事儿啊！大夫一再的告诉你要严格的控糖控糖，你怎么不听大夫的？那大夫还跟你说过不能惹我生气，那你咋不听大夫的？我说不行就不行啊！你知道你现在血糖多高不？我血糖有多高？比你个儿都高。你少扯了，他血糖赶上我这个了。哎呀，这小米呀、啊，你看你。你买糕点的时候咋不买个无糖的呢？就是对对对，怨我了，舅妈你别生气啊，老舅我这就给你买无糖的啊。哎呀，等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就赖你，你大冷天的让小米粒还得跑一趟，你怎么那么馋呢？那你要是不管我，我就吃这点心了，他不就不用去跑了吗？我就不让你吃，我就要吃，不是不让你吃，我就要吃。你这事儿我做主啊。你做主，那我就不信了。在家你做主，在这儿你还想做主？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外甥赵刚子的家。哎呀，哎呀，这是什么人？老舅啊，咋的？据我40多年做男人的经验啊，咱们在哪儿都得听媳妇儿的，对不对？不对，在家我可以听，在这儿我就不听了。他老想做我的主，你做梦！哎呀，你啥意思你？啥意思？在家你跟我说话从来没这么大声过啊！没错，谁让你今天把我给放出来了呢？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啊？我就要吃，我就不让你吃，我就要吃，就不让吃。哎呀，你要是再不让我吃啊，怎么了？那我就离家出走。你赶紧走呀！我走就走。哎，咱家门在哪儿呢？那儿呢？好，我走了，我还就不回来了。我要是回来，那我就是个兔子。哎，说话算话。对，大老爷们说话算话，我走了。看你这，别乱了。舅，哎呀，哎呀，舅妈呀，你看你干啥呀你？舅妈，你听我跟你讲，这外边可冷了，可不能让我舅在外边待着，我把他叫回来啊。站住！你们俩谁也不许把他叫回来，谁要是敢去叫他，我跟谁急。不是，舅妈，哎，舅妈，舅妈，你看你，哎呀，大姐夫干啥？可回来，这外边多冷啊！老舅在外边待10分钟就得冻成冰雕啊！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行不行啊？说啥了我？这会儿我跟你讲，你可不能没良心啊！我咋的了？舅平时对咱们怎么样？好啊，有点什么好吃的好东西都想着咱们。对呀、啊，你这时候就在外边，咱不能看着他不管呢。对呀、啊，是啊。什么事的？你干啥呢？你愣着？咋的？你赶紧想办法呀！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你想个办法吧。不是顺风，咱们家心眼子最多的是不是你？那当然了，心眼子最多的就是我。对呀、啊，你这是夸我吗你？行，我想想，我想想，赶紧想。有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毒攻毒。怎么弄呢？其实这个人呐，劝自己永远劝不明白，哎，劝别人可能就整明白了。这样咱俩呀，分别跟自己的媳妇儿也吵一架，让媳妇儿把咱俩也撵出去。咱俩要是再出去，大舅就得劝咱俩。大舅把咱俩劝明白了，他自己不就明白了吗？哎呀妈呀，顺风啊，你怎么样？你说你这心眼怎么这么贼呢？他都贼呀、啊，这个顺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咋的？现在是我跟我媳妇儿，我俩没打过架呀。那你两口子还没见过我们两口子吵架吗？那倒是天天看。啥天天呀？也没天天吵啊。那我不是吹啊，我跟我媳妇儿说上三句话，我们两口子就能吵起来，而且我媳妇儿就能把我撵出去。别吹，三句话就能把你撵出去？不信你给我数着。行，但有个条件啊，我出去了，你可赶紧出去。明白。你跟你媳妇儿也说这三句话。行，好不好？好。外边冷啊。媳妇儿，媳妇儿哎。哎呀，干啥呀？您正搁屋里和泥，准备往脸上呼呢。哎呀，媳妇儿啊，你今天晚上可真好看。你看那这嗑唠的，我哪天晚上不好看呢？媳妇儿啊，你可真会选化妆品。你看他这嗑唠的，咱家那点钱不都让我买化妆品了吗？媳妇儿啊，你可千万别卸妆啊。怎么的呢？你要是卸了妆，可就真没法看了。滚出去！滚就滚。咋的？还来劲了是吧？我还不想跟你过了呢。哎呀，小样儿！我先出去啊！三句话让你滚了，你也赶紧出去。好，你放心吧。小人儿，不过了。哎，你看吧。哎，他刚才跟你说啥了？他说三句话就让他滚了。什么？不是，我是他说。行，大姐夫。哎，今儿他不出去了吗？啊，你要敢给他放进来，我跟你没完。行嘞，你放心吧。小样，我还不能卸妆了。我哎呦我的妈！哎，气死我了！哎呦我的妈！二米这么狂躁，我的妈，这么好使吗？媳妇儿，老公，媳妇儿你快来，你快来呀！快点！怎么了？那么高兴？哎呦我的妈呀！咋的了？笑啥？笑啥？哎呀，我跟你说三句话，明白不？啊，就三句话啊。第一句。你今天真好看，讨厌！哎妈，第一句就讨厌我了。第二句，你真会选化妆品。我从来不买化妆品，你损色！哎妈呀，上升到人格的侮辱了。第三句话，你可不能卸妆，你一卸妆就没法看了。我从来就不化妆啊！啊，老公，你夸我天生丽质。烦人！哎，不是，媳妇儿，你先起来，不是你这个反应不对，来，你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深邃的含义，记住啊，仔细听啊，你不能卸妆，你一卸妆就没法看了。是啊，我也不化妆啊。明白了，老公，你是想看我化妆？好，今天晚上我就单独画给你看。回屋化妆。哎，不是媳妇儿啊，不是你没理解，我理解。我不是这个，看我化妆嘛。哎呀，理解我的有话，咱回家说呗。什么家呀？回家。哇，哎呦，我跟你说，不跟他过，我都不跟他过了。好，老舅。你就是不过了，哎呀，过不了了。对呀，你说哪有他这样的？我就吃块点子，他居然不让，还让我离家出走，不跟他过了。不是，老舅，咋的？啊，这，哎呀，你可能误会了。啊，啥呀？我说的不是你和我老舅妈啊，我是说我们两口子，我跟我媳妇儿，过不下去了。哎，不过了。那，那可不中啊。哎。你跟你媳妇儿过得好好的，咋能不过呢？老舅啊，我给你诉诉苦吧。啊，你是不知道啊。说，我跟我媳妇儿结婚这么多年了，嗯，你知道我是咋过的吗？咋过的？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啊！我为啥呀？为啥？啊，我们两口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有一定程序的。啥程序啊？我每天晚上得给他准备一盆水。哦，这盆水的温度
得是不冷不热的。干啥？给他洗脚啊。我也这样啊。给他洗完了脚，哎哎哎，我就该洗脸了。呀，那得是啥味儿啊？还得刷牙呢。哎呦，你这不换水啊？咋不换水啊？你想哪儿去了？哦哦哦，当然得换水了。那不很正常吗？还没完呢，老舅。又咋的？睡觉之前啊，他躺下了，他得让我深情地凝视着他，然后说上100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100遍啊，那不得天亮了。老舅，你以为这些年我睡过觉啊？哎呀，我算是明白了，这说明啊，你媳妇这个心里她是有你，她在乎你呀。有我？哎，对，有我这么冷的天，她把我赶出来啊，不过了，不能不过啊，必须过，不过了。哎，在这方面我要劝劝你啊，你应该学学人家赵刚子，人家两口子过得多好啊。你还让我学赵刚子？对呀，就我大姐夫，一会儿跟他媳妇儿也得吵起来，他媳妇儿也得把他撵出来啊。不可能。不可能？对，我咳嗽一声他就能出来。我不信。没出来吧？俩人过得多好啊。我告诉你，大米，说啥都不想不过了，明白不？谁也别拦着我，听见没？啊，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呀呀呀呀呀呀！不，刚子，刚子，你咋还出来了呢？你这不啪啪打我脸吗？我刚夸完你呀、啊，不过了。为啥呀？我就跟你这么说吧，舅、我睡不了觉。你看，和我爷呢？舅啊，哎呦，你就听我跟你说啊，快点说呀。大米，他梦游，梦游，上个星期一，我夜里正睡着觉呢，完了我就觉得有人拿抹布擦我的脸，我一睁眼，我一看，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你干啥呀？媳妇儿说老公啊，我做梦了，我梦见我正在擦桌子呢。第二天夜里，我正睡着觉，有人在那揉我的肚脐眼儿，我说媳妇儿你干啥呢？我媳妇儿说老公啊，我又做梦了。我梦见我正在和面呢。你媳妇儿多好啊，啊，做梦都给你干家务活啊，这日子得过。别着急呀。又咋的了？前天夜里啊，我正睡着觉呢，有人就拍我的头，啪啪啪。我说媳妇儿你干啥呢？他说老公啊，我做梦我去菜市场挑西瓜，我一拍没熟啊。昨天夜里我正睡着觉呢，啪啪啪拍我的头，我说媳妇儿干啥呀？我媳妇说老公啊，我又梦见到菜市场挑西瓜，我一拍，快熟了。今天晚上我就不敢睡了。为啥？为啥不敢睡呀？万一今天晚上西瓜熟了，咔嚓，我还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吗？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这是梦游，不会是真事儿啊！两口子过日子，你让他一点，他让你一下，还得过呀？那能行吗？真是，那能行吗？舅啊，你跟我舅妈都不过了，我们能过吗？不是，我们俩的情况跟你们俩的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的？你们老两口不过了，我们小两口还过个什么劲呢？不过了，我们必须得跟舅舅您学习呀、啊。不是，你看你跟我去，哎呀，哎呀，真的，哎呀，哎呀，这日子还得过呀，哈哈，看见了吗？还得是我老伴儿啊，知冷知热，给我送衣服来了。刚子，哎，天凉，别冻着啊。谢谢舅妈。好孩子，你看，哎，嘿嘿嘿嘿嘿嘿。还得是我媳妇儿啊，看我媳妇儿多知冷知热啊。大姐夫、哎、天冷多穿点别冻着了啊。谢谢二小姨子。不客气，应该做的。哎哎，这也忒气人了，哪能这么干？老公，哎，太冷了别冻着。哎呦！谢谢媳妇儿。哎呀呀！啊！
阿七，冷啊，热呀、啊！你热什么？你热？赵刚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啊，你是跟你媳妇吵架了吗？我跟我媳妇没吵架呀。我让你跟你媳妇说那三句话，你说了没有啊？我说了。那没打起来吗？你那三句话不好使，一点没打起来。我媳妇不但没往外赶我，还往屋里拉我，说夜里要单独给我化个妆。那你最后咋就出来了呢？我就跟大比这实话实说了。我说你看舅舅，还有顺风，这么冷的天两个人在外边，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在温暖的卧室里边躺着？我得出去陪着他们。男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呀。大比这就非常感动，他就把这个事儿跟舅妈还有二女说了。舅妈也很激动，完了他把我搂在了怀里。舅妈说啥了？啥也没说，他就亲吻了我的额头。后来呢？大米把我搂在了怀里。大米说啥了？啥也没说，他就深深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不是，大姐夫，后来呢？后来就是二米他冲过来把我搂在了怀里。二米这是说啥了？他啥也没说。那他亲你哪儿了？咱先回屋吧。你这等会别回屋，别回屋。我媳妇儿到底咋的了？你媳妇儿她流下了两行热泪。你要吓死我呀！你看你这死猪把你吓的，这可真行。那个舅啊，不好意思，我不能在这儿长时间的陪你。为啥呀？我媳妇说你出来行，但是你只能陪他们五分钟，说时间长了怕我身体受不了冻坏了。关键是他会受不了的，他说一会儿他要咳嗽，他一咳嗽我必须得回去。舅啊，我得回去了。舅，我真的得回去了。看出来了吧？这个赵刚子平常在街坊邻居面前，大家都认为他忠厚老实。对呀、他其实就是外表忠厚，内心奸诈。我送他两个字：内奸。行了行了行了，别内奸外奸了，咱想办法，咱们俩怎么能够回去？等会儿，这家伙太冷了，我出来就后悔了。老舅啊，不是咱们俩，我能回去，你回不去。不可能，我跟我媳妇说三句话，我媳妇肯定让我回去。我不信，不信你给我数着。说，媳妇儿哎，我错了，滚。一句。媳妇儿啊，我爱你。滚远点。两句。媳妇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像给你买了一个包。滚进来吧。再见老舅。拜拜。我去。哎呀都回去了，就剩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我这年家过的就是一个挨冻啊。我的天哪，我怎么回？对呀，我也学学钱顺风啊，我也说三句话我就能够回去了。不用，就说最后那一句有用的。老伴儿啊，我给你买了一个包，俩包，仨包，我这咋回不去了呢？老舅，这大冷天的你不进屋在这儿干啥呢？那不都是你那点心惹的祸呀，我要吃你舅妈不让，我一赌气就离家出走，出是出来了，现在回不去了。老舅啊，你看舅妈不让你吃甜的，不也为你身体着想吗？现在你给我想办法让我怎么能够回去呀、回去是吧？交给我了，老舅拿着糖葫芦。哎呀妈呀，老舅啊，你说你不能吃甜的你不知道啊？拿这么大串糖葫芦造上了。对 呀看看，我必须要吃糖葫芦。哎呀，这个糖可忒甜了，不能吃。老伴儿啊，哎，跟我回家吧。我就等着你这句呢。哎呀，我去啊。老舅啊，老舅啊快点过年吃饺子喽。孙涛
翰林老师的欢乐范米粒大家庭的精彩表演。谢谢。在我们的身边呢，像欢乐范米粒大家庭这样的和谐家庭可以说不在少数，只有小家的和顺才能支撑起大家的兴旺。您正在收看的是由辉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年年喝辉山，岁岁庆团圆，由辽宁卫视官方微博微博综艺联合微博矩阵在新浪微博共同发起的辽视春晚许愿池活动正在进行中，欢迎您的参与。用情温暖小家，用爱服务大家，有这样一些无私奉献的人，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和无悔初心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是辽宁对口支援新疆塔城和西藏纳曲的援疆援藏干部，他们每一位都倾情尽力，以情换心，深度融合，推动受援地高质量发展。今天他们也把新疆和西藏的舞者们带到了我们晚会的现场，为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增光添彩。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马上欣赏接下来的节目。来吧，请欣赏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好歌唱响新时代》。心碎
谢谢王丽达的精彩演唱，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在歌声中感受到了阔步新时代的喜悦和奋进新征程的豪迈。没错，大地飞歌，江河澎湃，美丽的家园，鲜花盛开，这是老百姓礼赞新时代的真情流露。上微博参与辽视春晚话题讨论，一起边看边聊。小康花开，幸福常在，山河壮丽，强国气派，这是咱辽宁人奋进新时代的激情告白。刚刚啊，咱们每个人都是句句情字当先，对，我呢打算把这情字换成乐字儿，给大家伙送祝福，好不好？好，咱们就祝福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每一位都能够快乐在身边，康乐常相伴，乐在其中没烦恼，乐乐呵呵每一天。好，但是你要说乐这个字儿啊，哎，对面这几位那绝对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没错，光用嘴说已经难以表达了，看这都拉好架势要跳起来了。兄弟姐妹们，来来来，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咱们斟满酒杯喝一杯好不好？导演导演，上酒上酒，导演上小烧。哎呦我的天哪，上小烧，必须上，必须喝酒。蔡老师，蔡老师太高兴了，喝酒就喝酒，蔡老师选喝什么酒？他为了喝咱东北小烧。蔡老师是喝完来的呀，他是把酒劲跳出来了。哎呦我的，太高兴了，我们都怀疑你是不是上这醒酒来了。蔡老师是这样，今天春晚知道您高兴，但是咱录晚会的时候咱也不能喝酒啊。对呀，您要是真喝点、啊、喝是吧？对呀，那咱就喝辉山，喝鲜奶只喝辉山鲜博士。哎，咱先不先说喝的事儿啊，喝奶之前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啊，你说就是我们四个刚刚那个状态，就是组团出道怎么样呢？哎呦，啊，咱们几个成男团呢？对呀、啊，不行，不行，这怎么不行啊？那起名都起不了。不是，你观众都说行了，怎么到你这不行啊？你琢磨，咱四个得按照特点起吧。嗯，你看脸脸站个个高，嗯啊，站个高字行不行？行，可以。那个蔡老师啊，每年365个父爱如山的祝福，站个父字儿，父字也行也行。那你站什么字？我肯定是那个万众瞩目，我站个帅字是不是？行行行，咱们这高富帅全站了。没错，你在他这玩意儿你怎么整的？什么叫这玩意儿？瞧这。又傻又矮又丑又磕碜，啊，吭哧瘪肚还带点水当尿裤，你瞧瞧，好丑！你看见我这条裤子是怎么着？我说成团，我这类型就最吃香了。这你看他老说我，你说别，我酒量酒量酒量，咱这么的啊，我给你买辉山马瑞奶粉，好奶粉，喝了长大个。哦，那行，不是脸脸，你有这好招，你怎么不早说呢？干嘛？你要喝？不是我喝呀，我给接下来我后边出来那朋友喝呀。你朋友哪位朋友啊？我接下来这朋友，我跟你说，小个不高，老毛着腰，戴一小红帽，冲谁都呲牙笑。什么老宋疼啊？对呀，呲牙板啊，就是他呀，是不是啊？哎，你们还错？哎呀，哎呀。行了，你这别得便宜卖乖了，这。对，哎，你给一样。行了，行了。哎，没错，九良说的，宋小宝要来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宋小宝、杨树林、严学晶、赵达为我们带来小品，掌声有请。有请。你看。你看咱这直播间的观众多热情，哎，快看，
榜一大姐给刷火箭呢。啊，点首歌啊，唱啥你说。难道你还不明白那是啥歌啊？那叫情深似海。对，情深似海，唱。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对你唱错拍了吧？不好意思大姐啊，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今世不分开。又刷一个，又刷一个。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今世不分开。呦呦，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今世不分开。难道没头了啊？没完了？咋的了？跑偏了吧？啊，啥主题呀？咱呢？苹果年货节，你是在这直播帮我卖苹果，现在整的好像我在这帮你卖艺似的。老杨，整整就撂蹶子了。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你是为我好啊？你那点小心眼我还不知道啊？啊，你就等我把苹果卖出去，完把钱借你，你好相老伴儿吗？我不着急了吗？你把钱借我，我把我那房子装修装修，哎，把那老伴儿往里头一请，我就进入婚姻的殿堂了。哎呦，就你这个样啊，还殿堂呢？哼，你多说就能垫个底儿，还殿堂？就你成天搁我眼前就这么晃来晃去，晃来晃去，谁能跟你结婚呢？你老伴儿搁哪呢？本来呀想给你一个惊喜，但我现在我拖不住了，露出来吧，榜一大姐一会儿就到，不敢想吧，在直播间里都看不够，又来到现实中好好看看我，羡慕吧。哎呀，你咋的？榜一大姐缺你这口牙呀，还是咋的？啊，这怎么我就没明白，这啥人能看上你呢？我这，他就是看我都看不够，在直播间，这不撵家来了吗？不说多了，马上就到，我还得上后屋捯饬捯饬，换换衣服啥的，看看。你帮我接待一下啊。哎呀，你要说这老宋头啊也挺有意思，第一年相亲没成，到现在正好12年，这家相一轮呢。他俩要是真能成啊，我还真得祝福，这钱呢还真就得借他。谁呀？榜一大姐。哎呀妈呀，欢迎。哎呀，这榜一大姐呀，那个老宋头回去换衣服去了，让我先来招待，让我先招。你咋来了呢？我咋就不能来呀？说好了昨天8:30民政局门口见，我到那儿等了一下午，人都下班了，你哪儿去了？我行啊，既然你不愿意跟我领证，没关系，有人愿意跟我领啊。谁呀？你直播间那老宋头啊。老宋，哎，你干啥呀你呀？啊，我不跟你领证那是有原因的，你聊着老宋干啥呀？我是认真的呀。你认什么真呢？咱俩在一块处1年多了，我都没敢告诉他，知道不？我先找着老伴，我怕他嘎过去，知道吗？你这人，你现在你聊着他，你这我跟你说，你这给他老宋头谁嘎过去？
呀，打扰我情绪了。没情绪啊，老宋啊，我今天跟你说点实话。你别说话，我说。老宋，我就是榜一大姐白晶晶。哪是白晶晶啊？你好，是白白晶晶。哎呀，你刚才你不说回去换身衣服，你这也没换啥呀？是不是时间不行？你赶紧再换去。我换双袜子。今天如果在情感的路上谁要阻挡我，我就踩他。到时候算我一脚。但别踩他，他是我助理阿阳。啊、哦，我认识，你直播间我见过。对，你跟我借多大光？瞧瞧，看人长得呀，真是沉鱼落雁，碧玉羞花呀。哎，我怕我在直播间里头呜呜喳喳，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我跟你说实话，现实生活当中我还挺内敛的。你挺咋的？内敛。我看你平时还有点晒脸呢。这啥话呀？老宋啊，就你这个小助理呀、啊、有点多话。实话跟你说啊，我呀就喜欢那表里如一不磨磨唧唧的人。我就是。你看我特别讲诚信，你看老杨，我答应他卖苹果，我这几天我比他都卖力气啊，毕竟我是个我们村的网红嘛。我不知道他，我的苹果早就卖出去了，人来老多收苹果，他横扒拉竖挡的就不让我卖，囤着，将来肯定还有给高价的。对，但是那人来了吗？来了，来了，是收苹果的，人家收苹果梨的。听差了。老宋，嗯，你是好心人，就是有些人吧，他不知好歹才埋怨你。哎呀，埋怨我人多，他是老几呀？那你觉得你俩在一块般配吗？哪一点不般配呀？我高，他矮。俺俩情深似海，我白他黑，我俩比翼齐飞。哎，我美他丑，我俩今天就能牵手，说走咱就走，走，什么玩意儿？但是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咱俩第一次见面，毕竟给彼此多留点了解彼此的时间和空间。你别空间了，你听我说句实话行不？别说话，我 Q 你了吗？你就那叭叭的。哎呀，让你今天来呀，我就有一个目的啊，我想让你亲眼见证一下一个男人兢兢业业去努力奋斗的这种生命状态啊，看他有多么可爱啊，他得有多么的迷人啊。你知道像我这个岁数，我为什么还这么努力不？为什么呀？就想给你生活上一个宝藏，因为我是宝藏男孩。老杨，你别抽抽个大驴脸，你能听我说句实话不？口头语啊，老听你说实话，瞎说啥实话？哎呀，这今天我就告诉你，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是宝藏男孩。这点苹果，一会儿你看我咋给你卖出去。另外，大妹子，你看你是怎么被我迷倒的？我为了达成这个想法啊，我特意请了个高人，网络营销高手，网红包装高人。谁呀？谁呀？这人都不咋正常，你信我的，你赶紧，这啥玩意儿？六舅，六舅，六舅！你俩等会儿来。啥辈儿啊？我咋没整明白呢？你管他叫六舅啊？他管你呢也叫六舅？对呀、啊。哎，这么个事儿，我六舅。第一次去相亲的时候，不从那六楼不跳下来了吗？正经砸我身上了，我把我六舅给救了，六舅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六舅。哎，但是我那个舅啊，是救命的舅。我那个舅是舅舅的舅，六舅。这谁呀？
这是阿姨六舅妈吧？哎呀，六舅妈好！走。你啥眼神啊？进来就给瞎安排呀？啥叫你六舅妈了？啊？不是啥，六舅你过去来，你往那边拍。哎，哎呀，看见没？多有夫妻相啊！啊，你看看，你高他矮，你俩情深似海啊！你白他黑，你俩比翼齐飞。你美他丑，六舅今儿指定牵手。六舅，看明白了，你俩是一对老六啊，这是啊。你老八，你搁那叭叭，我看你今天有点嫉妒我。你这样啊，老杨，才华是嫉妒不了的。去，干啥？坐着，你就负责给我看，大妹子。你就往这一坐，哎，给倒点水喝。六舅啊，就这苹果呀、啊，我告诉你，六舅啊，为啥之前直播苹果卖不出去啊？你给老舅分析分析这原因。太实在了，你现在都得有剧本儿。就这苹果，你必须得给它搞出噱头，整出情节，全方位的包装，得带着情感。哦，还得赋予它生命。对了，你就好比这苹果，它就是你的孩子。那就像葫芦娃和爷爷。哎，这就是苹果的是我的孙子。哎，我是爷爷。爷爷，孙子，明白。情感走起来，三二一，听我指挥，三二一。哎呀，看我师傅的。没有人这么多呢，我给你推的吗？啊，你给我倒的流。对呀、啊，哎呀，诸位老铁们，大家好。家人们，你们不知道，苹果呀，不简简单是苹果和农夫的关系，我们呢是像葫芦娃和爷爷的关系，啊，你看，这是我大孙子，大娃，二孙子，二娃。这是谁的三孙子？这是你的亲孙子，别人生不出这色儿来。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啊，带着情感直播，希望家人们多多理解。六舅，煽点情，走煽情路线。就继续这个内容讲呗。继续内容讲，煽点情啊。在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里。我的耳边经常能听到我的孙子们在喊我爷爷，我想你，我想你。太好了，继续把情绪往上顶。又有多少个我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上蹿下跳睡不着的夜里，我就听我孙子在喊爷爷，有人拿凉水浇我，爷爷，有人在扒我皮，有人在把我切成块拿牙签扎我，爷爷，还有个没牙的老头子拿牙床的热我。他们在喊爷爷救我，爷爷救我。爷爷不能救你了，这太伤感了，有人要把孙子给你退回来呀、啊、赶紧往回找吧、哎、找吧。你听我跟你说，哎，其实他们不知道啊，爷爷为什么要这样，爷爷不就是想给他们找一个奶奶吗？他们从出生那天他们就问我，爷爷，我奶奶呢，我奶奶呢，身边那个是奶奶吗？我说还不是。他们一听到这话，他们就说，爷爷快卖我，快卖我，娶了身边的那个大奶奶。站着
你别捣乱，你看看看，舅舅，流量现在正是好时候啊！第二套方案上才艺啊！我做情感主播没问题吧？没问题，马上给你整成一线情感主播啊！马上顶上活啊！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啊，能行吗？三、二、一，给上活。你把那玩意儿给我关了！关啥？正好的时候不能关。别了！干啥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奶奶抱我，奶奶抱。真能嘚瑟呀！啊，你真能嘚瑟，你还把嘴上叼个玫瑰花，你不怕扎嘴啊？啊，扎着了。该。我不管你是他从哪找来的外甥啊，就你这么整，你非把你六舅整磨蹭了不可。另外，我告诉你，我的苹果不愁卖，看着没？我是三 A 农户。我卖苹果卖的是诚信，全村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我本想着直播帮大家共同致富，谁成想你们整这一出，什么玩意儿葫芦娃爷爷呀？我看你就是个葫芦娃，你多大岁数了，老宋啊？你有没点正事儿？你还跳个街舞啊？啊！我干这些活不就是为了给他个保障吗？别整那个没用的事儿，还要迷倒一老太太，没把人家迷倒呢，你先倒了。你行了。我还实话就告诉你了，老宋头还真就把我给迷住了。就你这苹果卖的呀，是真不怎么靠谱。但是，哎，他就比有些人强。这么的，趁着民政局现在没下班，你敢不敢现在就跟我把证领了？走，走，走！我不同意。你是我爹呀，我要是你爹，这老太太就是你妈。老杨，你干啥呀？大过年你占我这便宜呀？我想占你便宜啊，这老太太是我的。你这啥人呢？你瞅瞅你，瞅一眼瞅好了就成你的了，那全世界都是你的得了呗。哎呦我这剧本写都写不出来呀，六舅啊，我跟你说，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啊！现在就赶紧开播吧，舅老爷！你滚一边去！你管谁叫舅老爷呢？我没有你这虎外孙子。晶晶，我跟你说实话吧，为啥我没去跟你领这个证？这是有原因的。你想想，就老宋这样的找老伴儿，都知道给人家个保障啊！你说我这苹果没卖出去，我就空俩爪，我跟你上民政局登记啊？啊！我也是个男人，我得有我自己的尊严，我最重要的不也是想给你个保障吗？老杨啊，你是三 A 诚信农户，那是靠诚信能力换回来的，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跟我的感情，你能给我保障，给我诚信就行。敢不敢跟我现在就去领证？我早就准备好了，走，站着！我不同意。你是我爹呀，你不同意？我不管谁。现在咱们这剧本，我怎么觉得好像多了个人呢？多的不就是你吗？不是。你俩是一对儿啊，完了中间闹点别扭，拿我六舅打岔呢，在这儿啊。哎呀，这个老六啊，终于看明白了你呀。那个老宋啊，你明白没有？我终于看明白，你俩啊情深似海，除了你他谁都不爱，今天我又算白来。
一年一年就挣老宋，老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确实我为了替他见你，没想到这一来我对不住了。没事，这老杨你咋不跟提前告诉我一声？这我多烦人呢，这我也。我之前呢，我俩相处不敢告诉你，就怕我在你前面扮老伴儿，你受不了这个打击。另外，刚才我一直说，我说我要跟你说点实话，跟你说点实话，你非得说我那是口头语儿。你别上火，我卖完苹果的钱还借你，行不？那行，最起码又给我希望了。哎呀，真丢人呐，我呀这一天。老宋，你真没事吧？没事儿，能有啥事儿？都十二年了，年年这样，我都有免疫力了。我求大伙儿啊，帮我个忙，给我个祝福，祝我明年早日脱单。那我们就祝所有的朋友们，2023年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幸福过大年。
望山河，饮甘露，披挂彩霞，再出发。我们一起远航，辽宁人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笃行不怠，昂首阔步新征程，逐梦未来正当时。我们一起远航，辽河儿女戮力同心，继往开来，共谱华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二十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团结奋斗，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辽宁新的贡献。击鼓催征，开新局，奋楫扬帆，再出发。回望2022，来时的路我们初心不改；展望2023，脚下的路我们斗志昂扬。亲爱的朋友们，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玉兔迎春，八星报喜，玉兔东升，盛世龙腾。在这里我们祝福您三星拱照，五福同城，幸福一生。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由辉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年年喝辉山，岁岁庆团圆。上优酷搜索综艺放映厅，陪你欢乐过兔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3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祝福所有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兔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幸福吉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和谐的芬芳。